越来越受到重视。STEAM 教育的 STEAM, S-T-E-A-M, 代表了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rts 和 Mathematics。但是 STEAM 教育不是这五个科目单独的叠加起来，而是要把它们融合起来，应用到生活里面。那到底 STEAM 教育在中国和美国分别都怎么落实呢？欢迎你来论坛，我们一起探讨，而且还有机会让大家一起动手做一些 STEAM 相关的活动。大家好，我是2017年哈佛中国教育论坛教育科技与大数据分论坛的负责人胡亚萌。在来到哈佛之前呢，我从事的主要是城市发展政策的研究。来到哈佛之后，我更加相信教育在造福人类方面的作用，因此在这一个教育科技的分论坛当中，我希望与大家一起探讨教育如何更好的和科技结合，科技和大数据如何更好的服务于学生和老师。大家好，我是李雪琴，我是哈佛教育学院国际教育政策的硕士生。我关注的是国内的孤儿、留守儿童以及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还有美国低收入移民儿童的教育问题。我所负责的中国公民教育分论坛今年的主题将围绕21世纪技能以及国际公民教育而展开。大家好，我是苗欣，我曾经是一个教育一线的工作者。我认为呢，教师应该是教育的设计师和创造者。中国基础教育需要更多一流的教育研究院，将研究一线学校和工业界的一些好的产品结合到一起，把它重新融入到基础教育。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中国基础教育未来10年到20年的一个大的一个趋势。今年我们的分论坛将主要讨论如何将个性化的学习重新设计到基础教育体系里面。我在中国教育论坛等你。大家好，我是2017年哈佛中国教育论坛的联职主席朱小薇 Starry。我们期待在兼具专业性、实用性和互动性的中国教育论坛中看到你的身影。要说起中国教育的问题，我相信很多人都能够说到三天三夜。的确，我们有应试的教育体制，有不均衡的城乡教育资源，但与此同时，我们看到了很多教育的创新者，他们在北京、上海，在云南、贵州，他们其中很多人都是中国教育论坛的毕业者。而今年哈佛中国教育论坛也将聚集教育创新的实践者、教育政策制定者和改革者，我们将一起探讨中国教育的问题，寻找未来改变的方向。我是戴维，来自美国加州。我2013年到2015年当过美丽中国项目老师，在云南教书。今年在哈佛教育学院做中国美国教育研究。在今年的教育论坛，我和黄慧一起负责农村教育分论坛。我最想讨论的是学校和社会机构如何支持农村学生的学期之外学习和成长。大家好，我是美国 St. Lawrence 大学亚洲项目主任黄慧。那么今年我将负责农村教育分论坛。那么这次我们将邀请国内外对农村教育的热忱的实践者和研究者，一起来探讨怎样发动各个部门的力量，一起来促进农村教育的进步和改变农村学生的未来。从出生到3岁，每个宝宝大脑内每秒钟会产生700到1000个新的神经连接，而这些连接意味着知识的掌握和新的技能的习得，而这个过程和家庭、情感、教育、环境密不可分。其中最重要的不是早期课程，而是家庭干预和家庭参与。我叫孙梦，我在儿童早期教育论坛等你。STEAM 教育现在在中国和美国都越来越受到重视。STEAM 教育的 STEAM, S-T-E-A-M, 代表了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rts 和 Mathematics。
但是 STEAM 教育不是这五个科目单独的叠加起来，而是要把它们融合起来应用到生活里面。那到底 STEAM 教育在中国和美国分别都怎么落实呢？欢迎你来论坛，我们一起探讨，而且还有机会让大家一起动手做一些 STEAM 相关的活动。大家好，我是2017年哈佛中国教育论坛教育科技与大数据分论坛的负责人胡亚萌。在来到哈佛之前呢，我从事的主要是城市发展政策的研究。来到哈佛之后，我更加相信教育在造福人类方面的作用，因此在这一个教育科技的分论坛当中，我希望与大家一起探讨教育如何更好的和科技结合，科技和大数据如何更好的服务于学生和老师。大家好，我是李雪琴，我是哈佛教育学院国际教育政策的硕士生。我关注的是国内的孤儿、留守儿童以及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还有美国低收入移民儿童的教育问题。我所负责的中国公民教育分论坛今年的主题将围绕21世纪技能以及国际公民教育而展开。大家好，我是苗欣，我曾经是一个教育一线的工作者。我认为呢，教师应该是教育的设计师和创造者。中国基础教育需要更多一流的教育研究院，将研究一线学校和工业界的一些好的产品结合到一起，把它重新融入到基础教育。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中国基础教育未来10年到20年的一个大的一个趋势。今年我们的分论坛将主要讨论如何将个性化的学习重新设计到基础教育体系里面。我在中国教育论坛等你。大家好，我是2017年哈佛中国教育论坛的联职主席朱小薇 Starry。我们期待在兼具专业性、实用性和互动性的中国教育论坛中看到你的身影。要说起中国教育的问题，我相信很多人都能够说到3天3夜。的确，我们有应试的教育体制，有不均衡的城乡教育资源，但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很多教育的创新者，他们在北京、上海，在云南、贵州，他们其中很多人都是中国教育论坛的毕业者。而今年哈佛中国教育论坛也将聚集教育创新的实践者、教育政策制定者和改革者，我们将一起探讨中国教育的问题，寻找未来改变的方向。我是戴维，来自美国加州。我2013年到2015年当过美丽中国项目老师，在云南教书，今年在哈佛教育学院做中国美国教育研究。在今年的教育论坛，我和黄慧一起负责农村教育分论坛。我最想讨论的是学校和社会机构如何支持农村学生的学期之外学习和成长。大家好，我是美国 St. Lawrence 大学亚洲项目主任黄慧。那么今年我将负责农村教育分论坛。那么这次我们将邀请国内外对农村教育的热忱的实践者和研究者一起来探讨怎样发动各个部门的力量，一起来促进农村教育的进步和改变农村学生的未来。从出生到3岁，每个宝宝大脑内每秒钟会产生700到1000个新的神经连接，而这些连接意味着知识的掌握和新的技能的习得，而这个过程和家庭、情感、教育、环境密不可分。其中最重要的不是早期课程，而是家庭干预和家庭参与。我叫孙梦，我在儿童早期教育论坛等你。STEAM 教育现在在中国和美国都越来越受到重视。STEAM 教育的 STEAM STEAM 代表了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rts 和 Mathematics。 但是 STEAM 教育不是这五个科目单独的叠加起来，而是要把它们融合起来应用到生活里面。
那到底 STEAM 教育在中国和美国分别都怎么落实呢？欢迎你来论坛，我们一起探讨，而且还有机会让大家一起动手做一些 STEAM 相关的活动。大家好，我是2017年哈佛中国教育论坛教育科技与大数据分论坛的负责人胡亚萌。在来到哈佛之前呢，我从事的主要是城市发展政策的研究。来到哈佛之后，我更加相信教育在造福人类方面的作用，因此在这一个教育科技的分论坛当中，我希望与大家一起探讨教育如何更好的和科技结合，科技和大数据如何更好的服务于学生和老师。大家好，我是李雪琴，我是哈佛教育学院国际教育政策的硕士生。我关注的是国内的孤儿、留守儿童以及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还有美国低收入移民儿童的教育问题。我所负责的中国公民教育分论坛今年的主题将围绕21世纪技能以及国际公民教育而展开。大家好，我是苗欣，我曾经是一个教育一线的工作者。我认为呢，教师应该是教育的设计师和创造者。中国基础教育需要更多一流的教育研究院，将研究一线学校和工业界的一些好的产品结合到一起，把它重新融入到基础教育。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中国基础教育未来10年到20年的一个大的一个趋势。今年我们的分论坛将主要讨论如何将个性化的学习重新设计到基础教育体系里面。我在中国教育论坛等你。大家好，我是2017年哈佛中国教育论坛的联职主席朱小薇 Starry。我们期待在兼具专业性、实用性和互动性的中国教育论坛中看到你的身影。要说起中国教育的问题，我相信很多人都能够说到3天3夜。的确，我们有应试的教育体制，有不均衡的城乡教育资源，但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很多教育的创新者，他们在北京、上海，在云南、贵州，他们其中很多人都是中国教育论坛的毕业者。而今年哈佛中国教育论坛也将聚集教育创新的实践者、教育政策制定者和改革者，我们将一起探讨中国教育的问题，寻找未来改变的方向。我是戴维，来自美国加州。我2013年到2015年当过美丽中国项目老师，在云南教书。今年在哈佛教育学院做中国美国教育研究。在今年的教育论坛，我和黄慧一起负责农村教育分论坛。我最想讨论的是学校和社会机构如何支持农村学生的学期之外学习和成长。大家好，我是美国 St. Lawrence 大学亚洲项目主任黄慧。那么今年我将负责农村教育分论坛。那么这次我们将邀请国内外对农村教育的热忱的实践者和研究者，一起来探讨怎样发动各个部门的力量，一起来促进农村教育的进步和改变农村学生的未来。从出生到3岁，每个宝宝大脑内每秒钟会产生700到1000个新的神经连接，而这些连接意味着知识的掌握和新的技能的习得，而这个过程和家庭、情感、教育、环境密不可分。其中最重要的不是早期课程，而是家庭干预和家庭参与。我叫孙梦，我在儿童早期教育论坛等你。STEAM 教育现在在中国和美国都越来越受到重视。STEAM 教育的 STEAM STEAM 代表了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rts 和 Mathematics， 但是 STEAM 教育不是这五个科目单独的叠加起来，而是要把它们融合起来应用到生活里面。
那到底 STEAM 教育在中国和美国分别都怎么落实呢？欢迎你来论坛，我们一起探讨，而且还有机会让大家一起动手做一些 STEAM 相关的活动。大家好，我是2017年哈佛中国教育论坛教育科技与大数据分论坛的负责人胡亚萌。在来到哈佛之前呢，我从事的主要是城市发展政策的研究。来到哈佛之后，我更加相信教育在造福人类方面的作用，因此在这一个教育科技的分论坛当中，我希望与大家一起探讨教育如何更好的和科技结合，科技和大数据如何更好的服务于学生和老师。大家好，我是李雪晴，我是哈佛教育学院国际教育政策的硕士生，我关注的是国内的孤儿、留守儿童以及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还有美国低收入移民儿童的教育问题。我所负责的中国公民教育分论坛今年的主题将围绕21世纪技能以及国际公民教育而展开。大家好，我是苗欣，我曾经是一个教育一线的工作者。我认为呢，教师应该是教育的设计师和创造者。中国基础教育需要更多一流的教育研究院，将研究一线学校和工业界的一些好的产品结合到一起，把它重新融入到基础教育。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中国基础教育未来10年到20年的一个大的一个趋势。今年我们的分论坛将主要讨论如何将个性化的学习重新设计到基础教育体系里面。我在中国教育论坛等你。大家好，我是2017年哈佛中国教育论坛的联职主席朱小薇 Starry。我们期待在兼具专业性、实用性和互动性的中国教育论坛中看到你的身影。要说起中国教育的问题，我相信很多人都能够说到3天3夜。的确，我们有应试的教育体制，有不均衡的城乡教育资源，但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很多教育的创新者，他们在北京、上海，在云南、贵州，他们其中很多人都是中国教育论坛的毕业者。而今年哈佛中国教育论坛也将聚集教育创新的实践者、教育政策制定者和改革者，我们将一起探讨中国教育的问题，寻找未来改变的方向。我是戴维，来自美国加州。我2013年到2015年当过美丽中国项目老师，在云南教书，今年在哈佛教育学院做中国美国教育研究。在今年的教育论坛，我和黄慧一起负责农村教育分论坛。我最想讨论的是学校和社会机构如何支持农村学生的学期之外学习和成长。大家好，我是美国 St. Lawrence 大学亚洲项目主任黄慧。那么今年我将负责农村教育分论坛。那么这次我们将邀请国内外对农村教育的热忱的实践者和研究者，一起来探讨怎样发动各个部门的力量，一起来促进农村教育的进步和改变农村学生的未来。从出生到3岁，每个宝宝大脑内每秒钟会产生700到1000个新的神经连接，而这些连接意味着知识的掌握和新的技能的习得，而这个过程和家庭、情感、教育、环境密不可分。其中最重要的不是早期课程，而是家庭干预和家庭参与。我叫孙梦，我在儿童早期教育论坛等你。STEAM 教育现在在中国和美国都越来越受到重视。STEAM 教育的 STEAM STEAM 代表了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rts 和 Mathematics， 但是 STEAM 教育不是这五个科目单独的叠加起来，而是要把它们融合起来应用到生活里面。那到底 STEAM 教育在中国和美国分别都怎么落实呢？欢迎你来论坛，我们一起探讨，
而且还有机会让大家一起动手做一些 STEAM 相关的活动。大家好，我是2017年哈佛中国教育论坛教育科技与大数据分论坛的负责人胡亚萌。在来到哈佛之前呢，我从事的主要是城市发展政策的研究。来到哈佛之后，我更加相信教育在造福人类方面的作用，因此在这一个教育科技的分论坛当中，我希望与大家一起探讨教育如何更好的和科技结合，科技和大数据如何更好的服务于学生和老师。大家好，我是李雪琴，我是哈佛教育学院国际教育政策的硕士生。我关注的是国内的孤儿、留守儿童以及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还有美国低收入移民儿童的教育问题。我所负责的中国公民教育分论坛今年的主题将围绕21世纪技能以及国际公民教育而展开。大家好，我是苗欣，我曾经是一个教育一线的工作者。我认为呢，教师应该是教育的设计师和创造者。中国基础教育需要更多一流的教育研究院，将研究一线学校和工业界的一些好的产品结合到一起，把它重新融入到基础教育。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中国基础教育未来10年到20年的一个大的一个趋势。今年我们的分论坛将主要讨论如何将个性化的学习重新设计到基础教育体系里面。我在中国教育论坛等你。大家好，我是2017年哈佛中国教育论坛的联席主席朱小薇 Starry。我们期待在兼具专业性、实用性和互动性的中国教育论坛中看到你的身影。要说起中国教育的问题，我相信很多人都能够说到3天3夜。的确，我们有应试的教育体制，有不均衡的城乡教育资源，但与此同时，我们看到了很多教育的创新者，他们在北京、上海，在云南、贵州，他们其中很多人都是中国教育论坛的毕业者。而今年哈佛中国教育论坛也将聚集教育创新的实践者，教育大家早上好，今天的论坛活动将在10分钟后开始，所以请大家快点入座，谢谢。
家好，欢迎回到2017年哈佛中国教育论坛的现场。今天是论坛的第二天，那今天呢，我们将也会有更多精彩的活动和激烈的思想碰撞提供给大家。Good morning, everyone. Welcome back to China Education Symposium of 2017. This is the second day of our event, and we'll have more exciting events and inspiring discussions to share with you today. 在论坛开始之前呢，要提醒大家，今天我们同样会有同传设备为大家服务。那大家记得要携带好自己的 ID， 将 ID 压在借用处才可以使用同传设备。昨天有三位嘉宾忘记归还了我们同传设备，所以今天也记得要将自己的 ID 压在借用处才可以继续使用。A quick reminder that we also provide the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devices today, and please remember to bring your ID when you borrow it, and remember to return the devices when you leave the building. 在今天的茶歇时间，我们将仍会有丰富的甜品和饮品提供给大家。那很抱歉，昨天在午餐时间未能给大家提供充足的午餐，今天呢，我们也会有更加丰盛和充足的午餐为大家服务。We'll still be providing desserts and drinks during the tea break time, and we'll have more delicious food for our lunch time. 那接下来就要开始我们的论坛了。首先，让我们有请中国教育论坛的执委会主席吴俊东。First, let's welcome the co-chair of Education Symposium, Jun Dong Wu, to give us a speech. 谢谢雨桐雨萌。然后我们今天终于进入第二天了，然后在昨天的一天当中，我们进行了很多很多的非常有意思的讨论。昨天一刷朋友圈，很多人都在发昨天的很多的感想，然后有不少的媒体也开始整理昨天的一些讨论的精华。简单非常快速的一分钟之内回顾一下昨天我们讨论哪些东西。在昨天上午的时候，主要聚焦点在系统化的改革，我们听了一诺讲他的依土学校，然后通过不同层面的教育部、民间力量还有农村教育来谈论如何系统化的推动个性化的学习。同时大家印象非常深刻的农村教育，尤其是在农村教育当中的几位这个农村教育的实践者，他们的故事让很多人都受到很大的启发，尤其是其中天下西的王小平老师的一句，当他回答为什么要从事农村教育的时候，他回答了六个字，做有意思的，不止六个字，做有意思的是做有，因为有做有意思的事和有意义的事，这也成为这个今年这个大会一个非常重要的口头禅。在下午的论坛当中，我们听了黄亚申教授从中美的这个创新教育的对比当中去反思我们的教育体制如何能够培养新的创新的人才。之后在 STEAM 教育当中，我们几位来自 MIT Media Lab 的科学家以及同学来分享了如何通过这种创新的 STEAM 教育让培养学生的创造力。之后我们有教育的新分享，我们今天第一个环节与那在各位很多大咖的下面有我们平凡的教育的故事，我们平凡的教育同学真心的分享他们与教育不可说的故事。之后进行了创客空间，然后让大家真的有动手去做一些事情，然后以及招聘会。在今天我们的精彩也将继续，也同样是有意思和有意义的事情。上午我们首先将由叶秉辰老师为大家来致开幕的主旨演讲。之后会进行公民教育的讨论，围绕21世纪核心素养当中的公民教育，探讨我们未来该如何培养21世纪的公民。之后会有早期教育的分论坛，下午会着重聚焦在通过教育科技、教育创业等等这些相对比较热门的这些板块来探讨。作为年轻人如何加入到这场教育的改革当中。所以其他的不多说，我也非常感谢大家的能够参与。然后最后我还是非常希望感谢一下本次论坛的尤其是白金赞助商 Joinbug Education、Nova Academy， 然后正以基业还有冯陀利，感谢各位的赞助商对于本次大会的支持，然后让本次大会能够有幸邀请到这么多嘉宾。然后我们今天的上午的活动就正式开始，首先是要有请这个台湾大学著名的叶秉辰教授。叶秉辰，如果大家去过台湾，应该
多多少少都能够听过叶秉辰教授的名字，他应该是台湾最搞笑、最网红的教授，可以没有之一这两个字。他开始进入大陆观众的视野是他是第一位在 Coursera 上开设华语课程的教授，但同时，我跟叶秉辰教授结缘在于我大二的时候去台湾上了这个概率论的课，非常枯燥课，但是叶秉辰教授用游戏化的方式让你攻城略地的去教授概率论，这也演变成了现在的公司Pygamo， 我听说这是一个台语的，没有听说过台语的一个发音的一个公司。下面有请叶秉辰教授。选错答案了。Not this one。刚才有看到，好，这个 ，OK， 结束 ，OK， 好，那大家早安，好，那我是这个叶秉辰哈，我今天很高兴有机会来这边跟大家做一个分享，我要谈的是说怎么样用游戏化的方式，然后让学生的学习会更有动机。好，那我是台湾大学的教授，那我现在也是这个 Pygamo 我们在做这个产品的公司团队的 CEO。好，然后一开始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小的时候，我们老师到底是怎么教我们的？我回想我以前在当学生的时候，我们老师每次在教我们什么东西的时候，我是一个很调皮的学生，我就马上举手问老师说：“老师，为什么要学这个东西？”那通常我们老师就跟我们讲说：“因为这东西很重要。”好，那通常呢，我是很调皮的，我不会这样就放过老师，我会继续再追问老师说：“老师，为什么这个东西很重要？”通常这时候老师就想很久了，老师通常都想很久，又在跟我讲说：“以后你就会知道。”所以我们从小到大就这样子被老师糊弄的。那你知道我以前在当学生的时候，因为这个 Internet 是在我大二或大三才比较 popular， 以前我们在当学生的时候没有什么好玩的事情，读书几乎是我们生命的全部，所以老师这样糊弄我们，我们就这样被他糊弄了。可是现在的年轻人，现在的学生，他们人生活跟我们不一样，他们生命当中有太多好玩的事情，读书只是他生命中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还是用这种方法说这个东西很重要，以后你就会知道，你这个是没有办法让学生有动机学习的。所以要怎么让学生有动机学习呢？这十几年来我在教书下，我观察到一件事情，我发现新世代的学生跟我们这个年代的老师是很不一样的，他们用逼的会没有用，越来越没有用。我们要去找到底他们是最在乎什么东西，你都能够在乎这些学生最在乎什么东西的话，你就有机会让他变得很有动力。我们后来发现学生他其实现在不在乎老师喜不喜欢他，也不在乎老师对他有没有好印象，他非常在乎他的同伴、他的同学是怎么看他们的。那我们所有人从小到大都很喜欢玩游戏，为什么我们喜欢玩游戏呢？我们仔细去分析游戏，它几个很重要的元素。通常游戏它里面会有一个非常趣味性的这个竞争，然后你在这里面的 competition 里面，如果你做得很好的话，你通常会得到你的同学、同伴的赞赏。所以这个成就感是很多时候是激励我们为什么会喜欢玩游戏的很重要原因。那这个其实有机会，你如果把它引进到教学里面的话，也可以让孩子学习的非常有动机。所以我今天想要第一个案例想跟大家分享，这是我在这个六年前、七年前第一次尝试把游戏跟教育结合的这个部分。好，那为什么会做这个事情呢？其实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在大学难免都有一些抄作业的鼠辈啊，然后我们就解决这些鼠辈，你知道吗？那你知道大部分大学教授碰到这种问题就说啊，没办法，学生就喜欢抄作业，没办法，我就拒绝放弃，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一定要解决它啊。怎么解决？我后来就去研究一下，我发现为什么学生会抄作业呢？就是因为我们大学台大附近的那个影印店，各科的习题解答都有在卖，
好，然后我们老师出作业都勾课本后面的习题，所以他们就抄作业。所以我就决定要解决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我那时候手上有几本那个原文的英文的这个教科书的这个 collection 哈，这个概率的教科书，其中有一本台湾非常少人有，我就决定用那本书出题目。好，而且我很怕学生比对出哪一本书，所以我非常用心，我把所有题目重新打字一遍。然后本来在题目里面那个人叫 Michael 的，我就把改成叫做 Tom。OK 哈，本来在题目里面叫 Susan， 我就改成叫 Jenny， 就哇很辛苦，我花了好多力，终于把题目打完了，上传到这个网络上。那六七年前，台湾的很多学生还在用，都很多人在用 BBS。好，那每个学生每个系都有自己的班板，我一上传以后就去看班板，看学生反应怎么样。结果就发现哇，因为以前他们的题目不会做，就抄解答，大概几分钟就搞定了。现在他们就看到一堆人在那边哀鸿遍野，哇，好难哦，都花了两个小时，一题都做不出来，好难，好难，就看他们一直哀哀哀，我就觉得好爽啊！我终于逼着他们靠自己要解决问题了。OK 哈，接下来六天，我每天都去 BBS 看，每天都看他们哀哀哀，我每天觉得好爽，一直到第六天，在 BBS 上突然出现一篇很神奇的文章，文章的标题是《跪求》。某本教科书的习题解答，我一看到书名我就震惊了，这家伙被他找到那本书了，我被他比对出来了。可是我后来很气，你知道吗？我五秒钟之后就变震怒，这家伙有六天的时间可以好好做题目，他不做，他花了六天的时间做比对出来是哪一本书，然后跟他跪求习题解答。好，那很多的老师在这时候又放弃了，说哇，这个你就是搞不过这些大学生，我就拒绝放弃。我就想说来整理一下，好，就是看起来好像我要出这个，我若出既有的书的题目的话，他们都有机会找解答，所以我一定有全新的题目。可是概率的一个题目要出得好，很复杂。好，我统计一下，我一年一个学期大概要100多题，只有我跟助教两个人，我们人手不够。我想说啊，怎么办？人手不够，人手不够，人手不够。哎，等一下。我这个课有75个人修，哎，75个人很多呢。有谁说出题目一定要老师出？为什么不让学生出？后来我就发现我的 conjecture 是让学生出题目会让学生学得更多，因为他设计一个完美无缺的题目，他真的要把东西学通学懂。所以后来我就做了一件事情，我开学就把学生分组，我说来3个人一组，3个人一组，3个人一组，总共我就啪25组。每次我教完一个 chapter， 我就说各位同学，老师教完第三章了，来每一组学生设计一个题目出来。我就25个热腾腾的题目，外面习题解答都没有在卖的。OK 好，接下来每一组学生就开始去攻其他24组的题目。你攻破越多，这是我们最早的界面比较阳春，你攻破越多，你就可以在地图上跑得越前面。好像大家知道说，哇，这几组好厉害，啊，知道这组在混这样子。OK 好，那因为你知道为什么有学生回去会不写作业？很重要一个原因是因为学生回去的时候，他没有看到别人在写作业。所以他就不知道有那个写作业的迫切感，所以我们就有一个非常贴心但是也很邪恶的设计，就是我们有一个即时战况的更新这样子。你只要回去一上网就发现，哇，第一组已经做了10几题，哇，第二组做了10几题，我们做不到10题，哇，他们就会开始很拼命很努力做事情。 OK 然后这个是一个大二的概率的课，那大家可能很好奇说大二概率的课的题目，学生出的题目会长什么样子。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是个我们电机系台大电机系学生大二典型出了一个概率的题目，那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我用英文，因为我觉得 同步翻译比较难，所以我用英文，我这边用念中文的给大家听。柏拉图有一天问老师苏格拉底什么叫爱情，苏格拉底叫到花园中走一趟，并在途中摘一朵最美丽的玫瑰花回来，只准摘一次且不能回头走，但这座花园的道路是一直线，也就是每朵花一旦错过了就没有机会再看到。苏格拉底觉得柏拉图应该害怕下朵花更加漂亮而迟迟不敢摘取，最后空手而归，他便也趁机对柏拉图讲述他对爱情的哲学理念。但聪明的柏拉图只有他的打算，他其实偷偷知道这座花园只有8朵玫瑰花而已，所以他用了一个策略来提高拿到最美丽玫瑰的几率。首先将路上最先看到3朵玫瑰花都当做参考样品，无论如何都不要摘下去，之后走下去再看到玫瑰，只要比前面这3朵漂亮的，就选择它，不要再犹豫下去了。假如按照柏拉图的策略，你觉得他拿最美丽的玫瑰花的概率是多少？这是我们学生设计的题目啊，所以没有 x， 没有 f of x， 没有 f of y， 只有苏格拉底、柏拉图跟玫瑰花，哇，真是漂亮。OK， 那学生的反应是什么？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是学生在 Facebook 不小心被我看到哈。6月16号是台大期末考周，在那个礼拜，学生要准备8、9科的考试，是他们最痛苦的一个礼拜。这学生就写说，这个剩下4题 BJ， 就是我们的系统叫 BJ， 剩下4题 BJ 有点像想解完，不过再解下去，信号跟电磁学就不用考了，感觉颇糟的。好，6月16号，6月17号他写说忍不住又解了2题 BJ， 他八
九科期末考都来不及念，他忍不住解两题。我那时候觉得对我教那个电磁学同事觉得很不好意思哦，但是觉得很爽，你知道，当老师最开心是看到学生对你的课程有这样的热忱。好，那后来，这个字形跑掉。后来台湾最大的出版社原型出版社就要跑来找他说：“叶老师，你可以把学生设计的题目里面30题最有文学价值的，我们把它变成一本书。”好，因为我这5年有累积了大概400多题，他说可以找30题最有文学价值。后来就说，我就决定把学生设计的最有28题最有文学价值的，加上我期中考、期末考出了2题最有文学价值的，好，我们30题把它变成一本书。后来在台湾那个在科普排行榜啊，这榜首几个礼拜，很有意思，我们全班一起来共同创作啊。那这是我第一次把游戏跟教育的结合。那后来为什么会做 Pokemon， 跟大家分享一下。Pokemon 它是全世界第一个把多人电竞的游戏跟慕课结合的一个平台。现在很多的教育游戏，但是现在的教育游戏它最大一个问题就是它通常都是个人型的游戏，自己玩自己的。可是你知道现在的孩子他们喜欢玩的游戏不是这种个人型的游戏，他们喜欢玩很多同学，大家一起多人可以互动了。那我们是全世界第一个把多人的电竞游戏跟教育做结合的平台。那为什么做这个事情呢？因为我4年前开始，我担任的职务是台大的慕课的执行长。好，那在2012年的12月，就是这个 Coursera 创办人吴恩达，吴教授，他那时候 Andrew 他来台大，他那时候还邀请台大加入 Coursera， 因为那时候Coursera 开始想要做英文以外的课程，他就来邀请我们来做这个，邀请台大加入。那我还记得我们白天跟他谈完说台大加入 Coursera 这个事情之后，晚上我就说你晚上有没有事？他说没有事。我说那我请你吃饭。好，我们就晚上我就请他，就带他去吃火锅这样。好，那我印象中很有意思，那天晚上我们两个就好像，你知道像那个美国人，美国这个孩子在跳街舞会 battle 嘛，对，我跳一段就 challenge 跳一段这样子嘛。我们那天晚上就好像这个样子，他就讲他的课怎么教的，他也对教书很有热情，他讲他课怎么教，我就讲我课怎么教的，他就讲他的课怎么教，我就讲说我用这个游戏怎么样教这个概率。他一听就是我很震撼，他说喂 Benson， 我从来没有听到有人这个数学的课这个用游戏这样子教的。那他那时候就跟我讲说，哎 ，Benson， 现在 MOOC 全世界 MOOC、Coursera、edX 这些全部都没有把游戏跟教学结合的，你可不可以？台大如果要做 MOOC 的话，你可不可以赶快做第一门课？我很想，他很想看到游戏在 MOOC 上面出现。那就因为 Andrew 一直在鼓励我做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在2013年的8月31号，我们那时候做了这个概率课，这也是全世界第一门用华文做的 MOOC。那时候上线的时候，我就把它跟另外设计一个游戏叫 Pokemon， 好，就在跟这个概率课一起上线。好，那这个课我们后来也非常的成功，在像2015年果壳那时候有一个十大慕课名师的票选，全球十大慕课名师票选，那10位慕课名师里面，你发现3位是华人，好，那我们是其中一位，所以那个课其实在学生之间得到很大的回响。那这是那个时候央视新闻有对我们做一个专访，也给大家分享一下，说大家就可以看到那个 Pokemon 在那个时候的全貌是长什么样子。从2012年诞生到现在，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头，慕课已经吸引了全球600多万名的学习者，其影响范围之广，扩张速度之快，就好像是一场风暴一样。一些人将互联网技术引发的这场教育变革称之为慕课风暴，而在这场风暴当中，好老师的能量将会成倍的扩散，甚至开启全球授课时代。提到概率论，您会想到什么？是铺天盖地的公式，还是永远也记不住的模型？如果你选择了台湾大学叶秉成老师的几率课，你可能会在柯南的故事和甜豆花、咸豆花的分别里理解深奥的概率知识。前不久，他的课程在慕课平台上一推出，就受到了学生的欢迎。不仅如此，叶老师还联合学生为他的几率论课程开发了在线游戏 Pokemon。 在这个游戏中，学生要想占领地盘、扩大势力，就得开动脑筋算题目。第一次出现了学生为做题而沉迷于网络的景象。当时一开始咱们放70个题目上去，我们觉得70个题目应该可以撑2个礼拜，结果才4、5天而已，就好多学生跟我们这个抱怨说，老师题目不够，再多一点，再多一点。所以我们想说，哇，居然有学生在跟老师抱怨题目不够多，所以我们就很感动，就是我们真的做到让学生沉迷于学习，那这是每个老师的梦想。好，那后来呢，在2014年那个沃顿商学院，他们就办了一个大奖叫 Reimagine Education， 他们希望能够把全世界教学创新能够把它
集合起来。好，那那时候那个全世界有427个名校，就把他们的这教学创新 submit 过去，包括北京清华很多这个世界各国的名校。那我们就把 Pokemon submit 出去，那最后我们意外我们得到所有的这个队伍里面的这个最大奖 overall award。好，那这个奖也帮我们打开我们的 visibility。好像后来呢，鸿海就决定，富士康决定投资我们$600万，我们在 A 轮，所以我们就开始变成一家公司了，我们就把开始在做这个事情。好，那这游戏长什么样子？跟大家分享，这是现在的长相是这个样子啊。基本上就是现在这个地图上面有好几万个学生哈，其实现在全世界有50万个学生。那现在基本上就比如你想这个学生想要占这块地，他就按一个。几个按个这个说 attack， 好，那系统就出一个题目叫他去做 ，OK， 好，那他如果做对了的话，好，那他现在就可以得到这个一块地这样子 ，OK， 好，好，那那时候全世界很多学生都走，为什么他会那么拼命？那时候在 Coursera 很多学生都做超过200多题，因为有一个这个 worldwide ranking 这样子。好，那时候 Coursera 就很 shock， 因为很多时候很多人修 Coursera 课，很多人修慕课只想看视频，不想写作业。他发现说，我居然这个东西可以搞到大家愿意做200多题，他们就很震惊哈。所以后来这 Coursera 就特别在他们官方网站上特别写一个特稿来介绍说，为什么会有一个教授 create first ever social gaming platform for MOOC 哈。那这是我们那时候很多学生给我们的回响，这个学生给我们回想说，虽然跟第一名差好多，不过这么长时间一下课就回寝室做题的感觉真棒，一下课就回寝室做题，感觉说这不像能讲出来的话，对哈。那这另外一个孩子写说，自从玩了 Pokemon， 妈妈再也不担心我的学习，哈，这广告的台词，对。好，那那个时候真的学生沉迷于学习。那我们因为我在这边也在做科研，我很想知道说游戏的成绩跟教学学习的成绩到底有没有这个相关性哈。那时候我们的做法是这样，我们把 Coursera 学生根据 Pokemon 他的成绩，这个游戏的成绩分成三群，蓝色是低分群，游戏的低分群，游戏的中分群跟游戏的高分群。然后我们去看他课业成绩的表现怎么样，我们看他课业成绩的分布的，课业成绩90分到100分的区间，你发现绿色是最高的。事实上不止90分到100分，所有课业高分区间绿色都是最高的，所有课业低分的区间蓝色都是最高，也是游戏的低分群。所以我们观察到这两个有非常强的正相关性。那我们做的研究里面发现，问学生，然后有将近 90% 回这个问卷的学生同意他们现在有更有信心做更有挑战性的问题，因为他们因为游戏他们就喜欢做更多的练习，那他就变得更有信心想要解决更难的问题。好，那这个是我们目前后来开发的，给更我们把它做得更完善，好，来更多这个老师来用。这个现在的产品长这个样子哈。那时候 Coursera 在邀请台大加入的时候，那他们的创办人 Denver 的吴文达吴教授谈完这个台大加入的事情之后，我们两个人聊得很开心，就讲到说我把游戏跟课程跟我在台大电机系的必修课结合在一起，他就整个就变得非常兴奋。我觉得大部分的学生没有一个人喜欢写作业。我们常常想同时做两件事，例如念书和玩游戏，感觉不可能，但有没有想过其实一加一可以大于二呢？ Pokemon 创造了这种可能。第一款线上游戏加学习平台，进入游戏后你将拥有自己的领地，每个人都必须透过答题来扩张自己的领土。在游戏的氛围中学习，在游戏中，玩家可以在商店中选购各种道具及怪兽，怪兽将可协助玩家防御，防止他人轻易攻占自己的领土。除了商店系统，游戏亦提供多种角色设计，结合特殊能力丰富游戏性，世界排名的设计则能刺激玩家持续攻占土地。自我学习分析，个人资讯中亦提供各种资讯，方便玩家分析自己的学习状况。题目列表详细列出玩家所有答对与答错的题目，统计分析分析玩家在不同科目中的答题表现。与教师班级制度结合，因材施教，
教师后台系统提供给老师一个方便的界面，管理班级学习状况。提供分组功能，方便老师轻易分组。所以这个如果老师分组之后，他就可以做这个因材施教，给不同难度的孩子，给他不同难度的题目，这样子。OK， 好，那后来呢，我跟他分享一下，说这个我后来发现很意外，不是有中小学可以用。后来像这个 Penn 的 Dental School， 就宾州大学牙医学院是美国最好的牙医学院之一，他们就来找我们说，可不可以让他们试用这个系统？他们试用一个学期之后，发现在牙医学院很多课学生变得更有动机，所以他们就跟我们签了3年的合同。所以我目前我是亚洲地区的这个教育创新科技公司里面非常少数在长春的联盟里面有在使用的我们这个服务的。好，那这是他们也把它写到他们期刊里面，说他们怎么用我们的系统来帮助牙医学院的学生学得更好。好，那现在有50万个全球的学生在使用。最后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我非常感动的一件事情是，我们常收到老师们寄给我们的感谢信，特别是他们就感谢我们是那些弱势的孩子。像这是彰化，就台湾一个偏乡的一个学校，老师寄给我们的信，就是全一年级最皮最捣蛋的孩子，最不可能写作业的孩子，因为一个解题结合的线上游戏，开始坐在电脑前翻课本找答案。他这题解完刚好升等级，我问他这样解题升等爽不爽？他说超爽的。好，他回去会不会继续玩具看书找答案？我相信会。教育最伟大最感动的事情，就是你真的可以改变一个人。当老师爽不爽？真他妈爽翻了。好，我真是全世界最棒的工作哈。那最后一个，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说我们后来发现，其实这个有它有非常多的一些可能性。好，我先把按掉。像包括像这个是另外一个案例，不过今天没有时间分享。有一个双重学习障碍的孩子，本来老师都不知道怎么去帮助他，好，他也非常辛苦。但是后来因为这个游戏，后来发现这个孩子他就很愿意一个字一个字把这题目慢慢的念完，好，后来他学习成绩进步非常多。好，那我们最后要提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我们后来在观察到一个很重要的趋势是电竞。电竞，然后我们在去年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我们办了全世界第一次的微积分世界大赛。好，这是我们那时候办的微积分世界大赛，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实际比赛的那一天，总决赛在台湾办，那个全世界最大的那个电玩直播平台叫 Twitch， 他就来赞助我们比赛。他本来想说一堆阿宅解微积分应该不会有什么人看，后来吓到，那天看比赛，整天一整天看，有全世界有超过60万人在看我们的比赛。我们后来发现电竞这个魅力是非常大的，这个是后来真实比赛的状况。这是 Twitch 的转播。然后这是乌克兰的妹子，好，这个。然后后来这个是我们这跟上海这边也做了一个英文的比赛，跟北外合作做小学生英语大赛，好。所以最后跟大家做个 ending， 就是我们觉得游戏跟电竞这是现在孩子非常重视的非常热衷的一块，如果我们设计的好的话，我们有机会让这个让孩子学习更有动机，那学生如果学习更有动机的话，以后你就不会再听到老师在讲这种话，这东西很重要，以后你就会知道，这种鬼话我们以后就不用讲了。 OK， 好，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边，谢谢大家，谢谢。非常感谢叶教授这么幽默然后又非常精彩的演讲，谢谢。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将进入今天的公民教育分论坛，接下来就会有请我们的分论坛主席李雪晴，她是哈佛大学教育学院国际教育政策在读的硕士生。 We're going to enter in our first panel today, Civil Education Panel. Please welcome our first moderator, Jessica Lee. She's the master's candidate atInternational Education Policy at Harvard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Welcome.
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第四个分论坛，就是公民教育分论坛。首先呢，要提醒大家一下，今天的 Q&A session 一样是像昨天使用 Slido 这个方式来进行。在去年九月份呢，北京师范大学发布了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框架，而在去年美国大选之后，美国社会各界对公民教育的关注也是达到了新的高度。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地请到了四位来自中国和美国公民教育界的学者和实践者，他们分别是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谭传宝教授，哈佛教育学院以及哈佛医学院教授 Robert Salmon。 Professor Salmon is a Roy Edward Larson Professor of Education and Human Development and Professor of Psychology at Harvard Medical School。 还有我们的 iCivics 公民教育平台的执行总监 Ms. Louise Dubé is the Executive Director of iCivics， 以及卓摩文化联合创始人葛旭先生。他们将与大家分享他们在公民教育界的经验以及实践，然后我们将会围绕几个焦点问题展开讨论，之后会把剩下观众交给在座的观众来提问。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谭传宝教授。你可以站在前面，或者非常感谢这个会议对我的邀请，我要特别感谢叶教授，因为如果没有他的演讲的话，我是特别难受的这个状态，因为前天来还好一点，今天大概那个时差是最厉害的时候。这种短会呢，说实在的，我去年这个雪清邀请我的时候，我一方面非常高兴，因为我出于两个原因我特别支持这个会，一个就是作为老师我们有一个本能支持我们学生的活动，另外一个呢就是公民教育这个对这个世界和中国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我自己是做这个领域的，当然我愿意看到这个咱们中国教育论坛里面有公民教育这个话题，所以我特别愿意来。但是呢，就是一直到最后一刻我都是在犹豫，为什么？因为这个确实是那么长时间的飞行，这个为这十分钟，雪晴昨天一个劲跟我讲，谭老师十分钟别忘了，我说我不会忘记，如果忘记的话，那主要是怪时差，但是现在没有理由了。叶老师非常精彩的演讲，让我已经从犯困状态稍微改善了一点啊。我今天不是分享什么不是分享什么经验，实际上我分享我自己的一个思考。我去年呢看这本书的时候，看到阿伦特在他的过去现代过去与未来之间有一段话让我触动很大。这段话呢关涉到所有的教育方面，但是对德育、对公民教育、对道德教育来讲可能就是更重要。我觉得他讲了一个非常朴素的话，他说现代世界的教育问题在于这个事实，教育本质上是不能放弃权威或者传统的，但是它现在又必须存在于一个既非传统所建构又没有传统可以维系的世界里。然后我就想，有这个对我们德育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啊。你看啊，我们现在这个道德教育或者是这个政治教育里面，公民教育实际上是政治教育那个领域，那这两个领域里面现在都很麻烦。你看咱们这个中国文化里面，道德教育里面过去特别强调一个就是人伦的问题，我们讲五伦，那我们基本上是有不同类型的人际关系是由我们的规范去处理的，他现在就发现很麻烦。你看这个彩虹图，它意味着我们现在的比如说婚姻关系
现在是非常复杂的。我记得台湾好像去年也发生一个争议，就是课这个中学初中教材里面可不可以去讨论不同性别的婚姻。我是看到那个，因为是我的领域，我就关注有个轩然大波。那我自己有个经验，我跟我一个年轻同事，我就说你们应该注意处理什么事情以后你婚姻会幸福。结果我那个年轻同事反过来问我说，唐老师，老师，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结婚？哇，当时我一下子就是，其实就是如果不是在那个情境里我不吃惊，因为我是知道有不同的想法，但是在那个情境里面，我的思维就是怎么能够让你未来婚姻幸福的情况下，他一个彻底颠覆性的问题，就让我当时就张口结舌，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政治领域也是，政治领域里面公民教育大概涉及到两种特别重要的认同，一个是政治认同，比如说我爱这个国家是因为这个体制，政治体制，还是不是因为这个体制，这个是有关系的。另外一个呢，它不涉及到政治，就是我爱这个国家更多的是文化意义上讲，我认同不认同我是中国人之类的。但现在这个呢，我觉得也慢慢成为一个问题。你看英国的脱欧跟我们中国人广义的中国人现在发现了这种身份认同。你看这个，我这里引用了一个画面，就是那个这个右面这个图是战中期间香港的年轻人提出的一个口号，他们要回到英国去。这个可能不是多数，但是这个认同呢，就是说变化之大是让我特别特别震惊的哈。就是说他不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政治概念提出问题，他是愿不愿意做中国人的问题，是文化中国这个意义上的根本上否定自己。这种情况大概也是一个，我相信在美国也有类似的问题，比如说过去不成问题的，现在慢慢的，比如说有一个政治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去年我在这儿开会的时候，去年我12月份在这儿开过一次会，那时候刚好是大选结束以后，那种这个整个社会的这个撕裂实际上是对我们体制发生这个信心发生某些动摇的。那这些问题呢，我就觉得别的领域都无所谓，但是对我们这个领域来讲很重要。那我就想过这到底是一个什么问题呢，我是想过这类问题实际上是一类问题的表象。我是认为呢，这个现在呢，这个前面阿兰特讲的那个困境呢，事实上跟以前我们遇到的所有的困境都不一样。那以前我们遇到的困境基本上是，比如说我们也历史就是变化的嘛，但是我们在变化的时候呢，基本上是从一个时期向另外一个时期这种变化状态叫。但现在我们遇到的一个变化，我愿意把它概括为叫动荡社会，就是这社会本身呢，它是彻底的动荡，它不意味着向任何一个固定的类型转变。这个可能是比如说你婚姻以前是我比如说一种婚姻走向另外一种婚姻过渡阶段，那我们称之为变化，对不对？它现在不是，现在婚姻本身成为问题。是不是像这类问题的是我们基本上前面没遇到过的，所以我基本上认为前面讲的那个教育困境呢，是一个社会彻底的社会类型的颠覆所导致的问题。那这类问题怎么去解决呢？对德育来讲可能是两个东西是要解决的。第一个是德的问题怎么解决，包括我们公民教育那个内容怎么解决，道德教育的那个道德到底意味着什么。那我另外一个呢，就是教育意味着什么。那我就觉得我的结论就是两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第一个呢，既然没有明确的方向，所以过去那种以全受绝对真理的那种价值教育的方式可能要做修正。我们因为德育它都是基于传统，基于某一个东西，然后我们去讲它，那现在可能是不能够，因为你很难说你是真理。但是另外一个问题是你做修正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完全没有标准吗？这也是一个问题。所以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当我们在进行教育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批判性思维一直贯彻到底，什么都不承认呢？
所以我是认为教育方式上讲批判性思维是可以的，但是这里我可以介绍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现在作者已经去世了，就是伦敦大学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就是英国前教育哲学学会的主席叫 Terry McLaughlin， 可能有研究教育哲学的同学可能知道他。他在12年以前在南京师范大学有一个演讲非常非常精彩，他是说公民教育要培养批判性的思维，这是没有问题的，尤其是在一个变动特别大多元价值特别多的情况下，这个批判性思维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他提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就是说批判性思维这个概念本身是要求有某些东西不能批判。为什么？因为如果你没有任何标准的时候是没办法开展批判的，所以他就是说批判性思维本身要求我们必须有某些标准。所以正是他那个演讲后来吸引我到伦敦去，本来是想去跟随他做访问学者3个月，可惜的是在我申请过程中间他也去世了，这是非常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遗憾的事，2006年啊。但是他那个思维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就是我们在不承认任何标准或者说对任何标准都产生怀疑的情况下，那怎样去教育，我觉得就是一个问题。所以我是觉得阿伦特这个忠告对我们是有用的，他说我们必须坚决地把教育领域跟其他领域分开，尤其是跟公共领域政治领域分开，以便在单独在教育领域中应用一种与教育相符的但这种可能已经不具有普遍性，尤其是呢成人世界里面不具有普遍权威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你把成人世界里面所有的争议都带到这个儿童世界里去的话，因为我们自己本身对这个是不确定的，所以我是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教育呢可能要考虑相对这个稳定的思路，或者说我们的批判性思维呢必须要具有更多的建设性。在讨论人权的时候，我们一个最切身体会就是当然应该有人权，应该有民主，但是不能够以摧毁一个国家的人权发展，使那个国家得到人权更少的方式去实现人权教育或者对人权的推动。这就是我是觉得可能最终呢我们在选择价值的时候要做综合判断，而不是考虑一个判断某一个事情对了我就进行这个教育，必须要考虑别的条件。然后呢我们在进行这个教育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要有更多的积极思维，而不完全是某一个简单的逻辑。这是我的主要结论吧。我看见那个时间到了这个标志哈，我的演讲也结束了。那个这个也是这个阿伦特的话，最后是一段话吧，就是说这个教育的要义在于我们要决定我们对世界的爱是否足以让我们为世界承担责任，是否要让它免于毁灭。因为若不是有新的年轻的面孔进来和重建它，它的毁灭就是不可避免的。它这里面是两个意思，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要有在教育的过程中，在公民教育过程中间，我们要对这个世界承担责任。然后呢他又提到在承担责任的时候，这个责任要向年轻人开放。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公民教育跟道德教育来讲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忠告，尽管阿伦特可能他不是我们教育学家。谢谢大家。接下来让我们欢迎 Professor Robert Selman。 Good morning. I'm glad you came all this way for 10 minutes. It was worth it. I sometimes wonder whether I should come across the street for 10 minutes. These have been two very interesting presentations. I almost want to just talk about them. Can you make civic fun? That would be something we should think about a little while from now. Okay, so I'm going to tell you two stories. I'm going to try to make each of them 5 minutes. Actually,
maybe 7 minutes for the second, if I can get the first one down to 3 minutes. Okay. The first one is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I want to talk a little bit about the Cross Disciplines, Cross Language Project, and these are my colleagues who work on this project with me. This is a project that's driven by an intense interest in China in becoming a bilingual country, and the other language that China wishes its citizens to learn, or I should say that its parents want their children to learn, is English, okay? This is the Seesaw story. I don't know if any of you know it. It's actually a story written by a Dutch author, but it's been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It's a story about children at the playground. The giraffe is one of the children, and so is the bird. Okay, and this is a story about why giraffe is puzzled that he can't play on the seesaw with bird. Okay, and you can tell this story two ways. You can tell this as a physics story. All right, I can tell you, and we do. We tell this as a physics story. It's not so much that bird doesn't want to be on the seesaw with giraffe, but giraffe has a physics problem he has to figure out. One solution, of course, is to move bird closer to the fulcrum, but that probably wouldn't work. The other solution would be to get more of his friends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seesaw. So then it becomes a social problem. Okay, and those none of you, or very few of you, look like you actually have your own children, but you all have been children. If you're an only child, you don't know what it's like necessarily to fight with your sibling about who sits where, who gets to sit on which part of the seesaw. But that is a social problem that you can also tell with this story. So our conceptual framework is aimed to teach content knowledge, that is the language of the social world, and the language of the science world, and actual language, that is Chinese and English. So this is the bilingual program. This, I think some of you will recognize. This is the preschool developmental areas from the Chinese Ministry of Education. These conceptual frameworks are often very large and almost impossible to translate into practice. But we at least focus on, in that story, two of the six areas. One is the social domain, and the other is the science domain. This is an example. I've taken out all the instructional moves from my slides. They're too busy. But you can see that we tried to teach a lot of language. Developmental issues in language is one of the clearest things that we try to do in early childhood. Now we're talking about kids 3, 4, or 5 years of age. Okay? Okay. So we have design principles, and they line up with yours. Engaging activities and materials, in this case, social world, science world focus, and discussion-oriented activities. That is, kids do indeed like to talk to other kids, and so it's very important, even in early childhood, to have kids having conversations with each other. This is another story. It's called The Other Bears. Okay, this story is not translated well into Chinese. If you are a Chinese speaker and you read this story and you're bilingual, you will see that it's not a good translation, okay? So if you're going to have a bilingual program, you better have better translations. This is a very interesting story. It's a story about kids in a family who want to play with other kids, and so there are a lot of other kids in town. And they reach out to each of these different kind of kids. Now, it just so happens, I don't know the actual category. I'm up to 5 minutes. I better speed up. But this is a social problem because the parents don't want these kids to play with different kinds of bears other than themselves, okay? But it's also a categorization problem. It's also a math problem because, in effect, you have the idea of a hierarchy and a species, and how do you categorize different kinds of bears under the same species, okay? So this you can see as a math problem and a social problem.
Our emphasis, and this is why it's civic, is that every one of the units in our stories emphasizes the social, whether it's the social in stories, which I believe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vehicles for education in the world, always has been, is the telling and listening to good stories. But it can also be about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playgrounds and American playgrounds and what and how they are different from one another. In China, most of the formal curriculum that is called social is not around these issues. Most of the social development is seen as the management of the classroom, the climate of the classroom. Okay, what we're trying to say here is that we need to not let go of that very important aspect, but we need to bring social into the formal curriculum. Okay, I'll let you read this. I'll let the translator translate it. I won't read it. That if I don't read it, you can't count this as my time. All right. We'll eventually make these slides available. I've had so many ideas from the first two presentations, I want to change this. Okay, now let's take a look at what happens later in life. If the culture does not provide a context that affords youth the opportunities to develop their social awareness, social skills, and social values. And I thought very hard about how to articulate this question. It's if the culture does not provide a context, okay? The title of this story is Bearing Witness to the Disruption of Social Harmony in the Classroom, the story of two newcomers. Now, this is more empirical work. The first study is what I would call applied research. We have actually applied evidence from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translated into a formal program. This is actually basic research. It may be a little harder going. And I've tried to make it as straightforward as possible. And I cut out all of the academic discourse. That is, I don't tell you anything about the sample size or anything about the validity of the measures or anything like that. You just have to trust me for 5 minutes. How do Chinese adolescents respond to a situation of classroom discussion when there is teasing a newcomer because of difference? This is related to my friend Tan's presentation, who we met, by the way, we met in Shanghai. This is an example of a dilemma that we use with the American students. This is a young person with a gender-neutral name who is being teased because of his or her difference from the rest of the kids in her music and hairstyle taste, okay? But in China, we actually have two dilemmas I want to share with you that we've used. This is a partnership between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and Professor Sang Bao, who is now the Minister of Higher Education in Shanghai province, and Harvard University. And this is a story where the students who are in the study are asked what they would advise a witness to teasing of another student who doesn't have the same quality of clothing. Okay, 1 minute, all right. It's gonna be hard. We use focus groups, and these are some of the students. It's a good idea to remain silent. I think remaining silent is what most people will do. It's good self-protection. Silent seems to be the same as believing it's none of my business, says a dissenter from that discussion. But most of the kids go along with Lun and say, you may make more and more mistakes once you start talking, but you won't make any mistakes when you don't talk, meaning don't get involved, okay? Even though I don't want to present every Chinese student as having that perspective, but I mean, it's a very common perspective. However, it's mostly common in urban key students, mostly not in the rural students, not in the non-key students. This is a strong belief among all of those students like you
who have survived the Gaokao and made it here today, okay? I know this is something to think about, but this is what most of you probably thought when you were preparing for the Gaokao. I'm sorry. All right. Now, the other question was about what would you do if a student from somewhere else in the country, a rural area, comes to your town and that person has a funny accent, okay? And here, it's interesting because this relates a little bit to our first presentation, the second presentation. What is the question that the kids are asking versus what is the question that we're asking? And you're absolutely right, Tan. They're answering a different question. So here, the youth frame this, he went over, 2 minutes. They're framing this differently. The kids are asking one of two questions. Is it that the people are bullying the newcomer or that there's something wrong with the newcomer? Okay, is it that the people, is accent a disadvantage, a shortcoming, or a disability, or is it legitimate? Okay, so let me try to summarize the data and then try to make a quick translation into practice. Okay, so the question is that most of the 11th graders in the urban key schools focus on whether the witness should do something other than just refraining from joining the perpetrators. Okay, whereas most of the kids in the rural and non-key school areas also were very nervous about joining in, but they didn't ask that question. They asked, what can we do to help the victim under these cultural circumstances, okay? So here's a little, I go way beyond my data and I have to rely on my Chinese partners who give me these interpretations. So the issue is this. One interpretation of these data are that the adolescents from the non-high achieving schools still consider the action of helping others in distress to be socially desirable, whereas the kids in the urban key schools feel they have too much to lose if they're going to help, and so they won't help, okay? Now, all right, I see a number of the more senior people in this group nodding their head in agreement, which of course suggests some validity to these findings. But I'm not here only to talk about next research steps, okay? That's very important. As you said, the map is changing. Tan noted the map is changing, and I just put two old-time maps on. You need research to empirically validate this changing map. And so these findings suggest one set of findings here as you go back to the research and continue to do this kind of research. The second implication of this is you need to translate these findings into practice. If you do not know the culture of youth, you cannot design practical programs that will facilitate their development. So we need partnerships with, I'll embody myself for the moment, as Harvard University. I seldom do this, but in this audience I can do it. So if you're Harvard University, we need to work with people at East China Normal and other universities to better understand what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are in cultural actions that are being taken by youth today. But we also need to partner with practice, that is with programs, junior achievement and so forth, who can take these kind of evidence and then develop programs for parents and educators to help them design the kind of programs you've designed and put online. Thanks a lot. And this is not part of my time either, but you have to read it and you'll like it. Thank you. Am I live? Okay, terrific. Both of the previous speakers, who were very interesting, struggled with their time. I will just tell you up front, I'm going to ignore the time and do what I have to do. I have no idea why I was invited here.
And I came because, well, it was Sunday morning. I had nothing better to do. But I'm actually fascinated by this topic, and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inviting me. I think I'm here because I'm the executive director of iCivics. iCivics is the largest civic education site in the U.S. And the reason why I didn't know why I was invited is because I teach about the U.S. government, the U.S. system, the U.S. rule of law only. Right. We have one game called Crisis of Nations, if you want to play it, which pits nations against one each other. But in general, we teach only about civic education. But I will try to put that context into one of China's struggles and about gamification, or otherwise known as game-based learning, the framework of that. So first, let me just show you a little bit about what we do so you understand a little bit better. Click again. Nope. My favorite game is Win the White House. I like Branches of Power. The Immigration Nation. Do I Have a Right? Supreme Decision. Bum, bum, bum. Don't learn civics and how to be involved as a citizen genetically. We have to learn it every generation. This is the time we need to be able to have something for students to access, and digital tools are really the way to do that. I wanted to teach young people in America how they can be part of the governmental structure and help decide what problems to tackle and how to solve them. We started this program that I called iCivics because we need to teach young people that they're going to grow up and be in charge. We teach primarily by having games on there that young people play. And in the process, they learn. iCivics teaches about the American democracy and our founding documents through digital tools that include 20 online role-playing games that put students in the action. You have to be a lawyer and you have to fight against another lawyer, and it's really, really fun. You know, iCivics for me as a teacher has been a really great tool to use. All right, I'm going to stop it here because of the time. So we were founded by Sandra Day O'Connor. Sandra Day O'Connor was the first woman on the 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originally the problem was that no one understood why it was a problem to elect judges. If you don't understand our system of U.S. government, you wouldn't understand why this is a huge issue for us, right?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judiciary is sacred in our system. And so now she thought the solution to this was to teach the kids. But the problem was, how do you teach kids now in a way that they'll remember and really hold deeply internally this kind of concept, right? And the only thing she found was that a lot of kids were playing games. She had never opened a computer in her life. And yet she found gaming to be the way to do this. So now we have 19 games. We teach about all aspects of the rule of law, the entire civics curriculum for middle school and high school. This year has been a transformative year for us. As you might have known, we had an election. And it really created an unbelievable situation at iCivics. Our servers crashed, too much traffic. We have over 5 million kids on it a year, this year. 3 million game plays in November alone. That compares to World of Warcraft. I think they have about 5 million kids on that month. So it's really quite extraordinary, and it keeps, we've got 20 to 30% still higher. All right, so it works, just trust me. We got a lot of awards, so you can see what they are. We have more. Time Magazine just named us. This is the
piece that I really want to talk about here. This is not mine. This is from Boston Consulting Group. They did it for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And they're talking about what I see as the biggest problem right now. There are three kinds of 21st century kids we need to raise. Those who have foundational literacies about scientific literacy, learning how to read. There are competencies, critical thinking, creativity, communication, collaboration. Those are the competencies we're talking about, four. And then there are character qualities which were addressed before, right? Very important to be able to understand other cultures, to be able to have initiative, and so on and so forth, grit. People talk about that a lot. iCivics is one of the few tools that uses technology to build those competencies, those four competencies I was talking about. Now, that's not everything that needs to be done, but when you look at a problem like how to educate enormous numbers of people in China, technology has to be part of the solution. That's what we've heard about. And the kinds of games that we're talking about, those games in which you play a role and you collaborate with other people, are the kinds of games that iCivics, you can model on that. There are many different kinds of games. There are teaching games, learning games, simulations, all these things. We are teaching games. Teaching games are moderated through teachers. They start by learning standards and go up. Very different from a game that a kid would find online and have no moderation. We depend on teachers to take our games and then promote classroom discussions and have an experience with other students. That's built into our model. In my view, tools of the future will either be engaging to kids and stick with them, or they will actually be useless. So what we do is we ensure that power and politics through our system of government in America stays within the brain of our kids. So we try to make sure that our games teaches the basic concepts of the American system forever. It's not to pass the test. It's not to fill out a worksheet. It is so that when you graduate, you go into the system, you understand the balance of powers. I'm going to not have enough time to go through why, how to make these games, but let me just touch on this very briefly. You have to let kids drive. That's very important. They have to have agency. They have to be able to fail. We are students of Jim G. Jim G is what I call the father of educational gaming, teaching games. He was on our board for years and years and years. We were lucky to meet him up front, and these are his principles, not mine. Games balance learning and teaching, so fun and learning, those have to be combined, and that is where the art comes from, right? There are lots of teaching games that are not really very much fun. And there are lots of teaching games that don't teach much. So that kind of balance, that's the art of building something that is going to resonate both with teachers and with students. And learners, of course, have to be challenged within the proximal zone of learning, which is pretty much a basic concept. Winning is very important. We know that. Very motivational. This is why we're successful. We have fun games. Free access to all, totally free, easy to use, no training required. Very, very important for teachers, right? You have to be able to use this without being trained at all. We would love to train all of our teachers, but it's very hard to do at scale. This is what our kids tell us. I think they called it at nerds. What are they doing after school? They're playing. So many of our kids are finding out about our games during the school hours. We are primarily a school-based organization, and yet we see a peak at 6 o'clock. The kids are playing online on their own, and I absolutely love it that's what they do. We just released a new game called Counties Work. I think you might find that interesting. It's a game in which constituents come to your county executive here, local government, and ask you for things. And you have to decide whether to provide the services or not, and you have a budget.
And if you don't provide the services, then your approval rating goes down. And then you only have so much money, so you can raise your taxes or not raise your taxes. You have to decide. It's actually really hard. And then the constituents come in really fast, and the number one comment is, oh, it's really hard to please everybody. Right? So that's that. Okay, I'm not going to have time to go into all of how we support civic education. So this is the next level down. It's not only are we impacting learning in general, but we're also helping create the kinds of citizens that are going to ask the question, what do we do? That is a citizen. It is someone who looks at a problem and says, what do we do? Not from an ideological perspective, from actually solving problems. Thank you very much. 各位嘉宾的 这些 PowerPoint 都会放到网上， 所以大家不用急着拍照。 All right. So my name is Gu Xu. I'm going to go straight into the topic. I'm going to talk about the two problems about online civic education. And going to give this solutions in here. So as you probably wonder like what the two problems are, and here is a very, well, I mean, people get lost easily. And this is one of the issues that I'm gonna talk about here. One of the solutions right here on the upper left corner is the outline of the entire speech. So you can later track where we are. And find the problems and related solutions. So back to myself, I was a trainer. My education practice started 3 years ago, and I was a trainer of TOEFL, which is a standardized test for English proficiency for 4 years before I started practicing education. So I use the term trainer rather than teacher, because I don't believe I was an educator until I gave up on test prep instruction and became fully committed in what I'm doing right now, which is to provide introductory courses to the subjects of the humanities. An educator, in my mind, answers the question of why. And also they teach the students to ask and answer the question of why. Trainers do not. So here's the thing. The mixing background of being a trainer and educator has given me the very unique perspective of identifying two major problems that frequently occur to me. The first one is called a curse of knowledge. I'm going to explain the definition later. The second one is there seems to be an irreconcilable conflict between commercial goal and our education mission in this private sector of education in China, especially in China. But we'll get back to that later. So first, I'm going to talk about a curse of knowledge. The definition is very simple. What is it, curse of knowledge? So once we know something, it is extremely difficult for us to imagine not knowing it. The original experiment is a psychological experiment, and then it's quite complicated, but I'm going to apply that to the classroom setting. So for example, the teachers usually thought that they could make clear points and students get the points. And teachers usually give very funny stories, like history teacher may introduce the historical events, and they hope that students could grasp the theories underlying that stories. However, students usually get very different points from the class. So I will give you a very solid example to illustrate this. So I personally teach European history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I always use Henry VIII as an illustrator to explain the political reforms in England, even though Henry VIII is not helpi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nglish constitutionalism, but as one part of the entire historic events, that's actually a good example.
So what I really wanted students to get is here, it's like this. So in my mind, it's almost like a palace of knowledge. And it's full of the succession lines of the English monarchy. And I want to demonstrate, well, you don't have to really look into it, it's impossible. I really want to show like the impact of a Protestant Reformation on England and all those things. And I wish that some of the students who take the key position, the leading position in the companies, could apply some of the theories, such as the balance and checks of powers, into making the institution they're in slightly better. But here's what, sometimes it gets a little bit philosophical. And in my mind, there are all also of the entire system of Western philosophy and cognitive bias and logical fallacies and so on and so on. Here is what students grab or they take the main focus and the major interest in the class. So Henry VIII had 6 wives in his entire life. And a lot of my students are wondering which wife is hotter. So that's see the problem. The curse of knowledge happened, and I say, well, yeah, I'm not denying that this is a fun fact, but it's not really contributing to your entire palace of knowledge. You know, like that's the thing. But curse of knowledge not only happens in this classroom setting; it also happens in the private sector. Education industry. Entrepreneurs in China, probably this is very unique in China. People like me do business while we're providing classes aiming at some sort of a big dreams. But people like us as entrepreneurs like to deliver and enjoy delivering these big ideas, these big blueprints. And you can hear everywhere slogans and mottos such as, you know, revolutionize education, or redefining education, or become a better woman, or become better men, like in my case. but this, when you say these things, or those things really make sense when accompanied with years of business experience. And when I say those things, I have the big data and the business theory running in here, which I have already thought for years. But I always fail to translate this abstract language into concrete language to neither my teachers nor to the entrepreneurs who are doing something a little bit different. So because of 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this industry, and people have more and more barrier to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And that poses a huge a barrier for us to collaborate on certain things, right? So let me give you several solutions. And I am inspired this morning by iCivics and Professor Ye's project on gamification. So turn games into, turn learning into a fun process of learning. So basically, this is a part of the solution in visualization. Visualization is very simple. It can be simple. So pictures usually speak better than words. And storytelling is better than plain reasoning. So when you take everything into a visualized form, either games or lists, hierarchies, or something that can demonstrate the line of thought, the train of thoughts in the classroom, that's absolutely helping the students with the learning process. But visualization does not necessarily mean making fancy PowerPoint slides, or just putting high-resolution pictures and showing how good a computer is. But visualization is about building connections between fragmented pieces of information, all right? So we're actually constructing a house, a mansion of knowledge. And right now, the real problem the Chinese students face is they're trying to build a palace of knowledge, but whatever they have is the bricks,
and all this construction material and just piled up on the ground. So no matter how much effort you put, how many hours you put in the study, the result is less than satisfying. The second solution, which is a little bit deeper, this is called utility. Utility means we need to let students to get something that they think is useful. But then it comes to, well, we have two types of utilities. One is short-term utility, the other one is long-term utility. What does it mean? So long-term utility, for example, in my class, before the students officially become my students, I will tell them that in this classroom, you're going to have to achieve three goals. So the first one is to building connections between knowledge. Second one is trying to learn and apply the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into your day-to-day life. And third, enhancing your English skills as a byproduct. If you targeted each political philosophy issue and read 5,000 pages of English, of course you're going to encounter that. And the thing is, if you look at the first two, building connections, or learn how to think critically, that takes years for you to make them become an instinct. However, the third one is relatively simpler. The reason that Chinese students have to spend, never experience reading a book over 10 pages in a short amount of time, and they stop there, just reading, finish 10 pages, and that's it. It's not because they don't possess a large vocabulary, nor because they lack of grammatic knowledge. But most students never experience a well-training for grasping the main ideas, the thesis, the premises, and how it's argued and how it's concluded. And that's the major problem. So it takes years. And it takes years for them to build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knowledge, but it takes probably several hours just for them to realize, oh, I'm reading not based on the quantifiable page numbers, but I'm actually grasping ideas like what does state of nature means, what does Hobbes' argument means, and what's the conclusion. And that's making them feel useful. So it's useful and useful today. So we go back to the topic utility. That means long-term utility sets up the direction of where you're going, but short-term utility sets up the motivation. The students, once they get into the classroom, they will never be willing to leave. And I think I'm going to skip the entire second problem, and I'm proud that I can explain the first problem really well because they show me that time is up, and I become the fourth person to struggle with the time. but I'm going to share this the PowerPoints with you, and also I'm going to share the entire script, what I just talked, in English and Chinese in two forms, in the WeChat public account, Weixin Gongzhong Hao. I'm going to share that in a few, amount of time. And that's our website. It's still under the construction and maintenance. We just started 1.5 years ago, and so far we have there are over 6,000 students learning six different entry-level subjects, such as history, political philosophy, psychology, art history, and sociology with us. So at the end, since time is up, I'm sorry for that, I would just put a little bit cliche, but I really think it's this inspiring sentence here. So they say, never doubt that a small group of thoughtful, committed citizens can change the world. Indeed, it's the only thing that ever has. For all of you guys in here, you are going to become one part of this career, and probably you have already been in here. And I hope that in the future, there are more chances that we can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and combine resources and really make sense of when people say redefine or re-revolutionize education. And thanks so much for this.
那我们接下来呢会围绕这几个话题首先展开讨论。非常感谢四位嘉宾。然后我们今天的话题会围绕着国际素养，因为现在这个话题呢是在中国以及其实在 OECD 在2003年推出他们自己的Core Competencies Framework 开始呢，这个话题一直都是非常热门的。然后在去年9月份，中国也推出了自己的核心素养。那我们首先来探讨一下，我们如何帮助孩子和年轻人成为具有国际素养的世界公民。另外一个问题是，国际素养是一个西方的概念吗？我们如何能够在保留中国传统文化的前提下进行国际素养的培养？各位嘉宾可以选择其中的一个问题或者其中一个方面来回答。我们可以，那我们从谭教授开始吧。这个我两个问题都说一下，因为我自己工作这个领域。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怎样帮助孩子形成这个有国际素养的世界公民。我觉得这可能是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可能我们是需要不同形式的专门的课程呢或者活动，比如说刚才路易斯讲的那个，比如说你美国政府的运作这些东西，它我们是需要专门的解释的，因为它不可能完全没有学习机会完全靠自己去了解。我觉得可能不同国家都要有专门的课程啊，或者这个活动安排啊等等，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可能就主要是要通过生活去解决问题，因为如果这个我们在课程里面学到了很多这个政府啊，或者说这个民主制度的这些概念呢，但是在这个日常生活里面完全没有的话，从孩子的比如说班级生活到这个社会生活里面完全是绝缘的话，这样的公民教育是不可能的，它没有完全没有土壤。所以我觉得可能生活的改变、环境的改变跟专门课程，可能是所有教育都应该是这两个方面。比如语言学习也是这样，语言学习你要没有专门课程不行，可是你要与环境完全脱离的话，语言效率会低，这是一个哈。另外一个呢，这个课下我跟那个雪晴呢聊过这个问题，就是说他问过，就是说这个世界公民教育这个概念，世界公民这个概念是不是一个对中国来讲是不是一个外来的概念？我认为这个没有什么外来跟西方跟东方的问题，因为这个概念是一个当代的概念。这以前比如说几个世纪以前，像卢梭他也宣称是世界公民，那个时候是一种理想。现在呢，无论你生活在哪儿，比如说你这杯水，它就意味着跟你跟世界的联系，因为每一杯水它的生产都跟那个国际能源价格都连在一起，所以现在你想不做世界公民也不可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世界公民这个身份的描述哈，它没有什么东方跟西方的问题，但是在公民素养教育有关世界公民教育的这个过程中间，那我们前面很多别的专题实际上已经涉及到这个问题。比如说昨天上午提到的有一个嘉宾，好像是我们那个叫天下西，咱们在开发那个乡土教材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思路是对的，就是如果你要做任何一项教育你要有效的话，你的话题要跟孩子跟那个社会建立生命的链接，你不能建立链接的话，那你教育效率肯定会低。对中国来讲，我觉得两种链接是有必要的，一个就是说跟我们的历史文化建立链接，因为中国的这个我们的道家和我们的儒家，它实际上是有类似于现在全球公民教育里面的一些概念的。比如说这个道家所讲的这个我们跟自然的关系，这个是一直是现在很多当代的这个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哲学家都认为道家有很多世界公民的意识在里面，因为对环境的那种发自内心的这个保护意识哈，这是世界公民教育非常重要一个内容。另外还有一个，比如说这个儒家的这个思想里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是天下，天下是高于 state 的。当然在古代我们的天下可能有局限，他天下可能就是指他认识到那世界，他那个不是他的局限，因为那时候我们不知道世界有多大，所以那个天下的概念其实是超越政治意义上的政权或者国家的。所以我们很早就有这个意识，
但古代的意识并不是我们现在这个全球公民这个意识，但是就是说考虑这种意识，我们在用中国的话语跟中国的小朋友跟中国的成人社会去交往的时候，显然会容易理解，这是第一个。另外一个，全球公民教育呢，它可能要跟中国这个社会的问题的解决连在一起。比如说最近我们中美都达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共识，就是在奥巴马时代，我们在巴黎那个协议在减轻碳排放上面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进步。但是往前推十年，那中美是分歧很大的。美国人说你要降低这个碳排放，因为温室气体非常非常厉害。但是当时中国政府呢，它是有它的苦衷的，它一直强调我们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那我们的义务呢要跟我们的能力相匹配。但是最近几年中国政府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为什么？很简单，就是当我们人均只有$1,000$2,000的时候，你让他要负担那么多义务，确实是他是力所不逮的。但现在他如果到了$6,000-$7,000的时候，那可能他的社会本身也大概中国现在中国公民对那个埋的那个反感的意识是主流民意。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你再去说这话的时候可能容易一点。所以如果你做全球公民教育的时候，你只是文化上建立联系，如果他现实那个环境不建立联系的话也是不行的。当然还有一个就是说，对于我们来讲，对我们做公民教育的这个专业研究者来讲，这个我们可能很重要一个工作就是要做研究，因为很多问题是要带我们去研究的。我们研究中心呢在中国呢是一个小的但是很重要的研究中心。就去年我本来在演讲里面准备讲，去年我们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个呢，我们开始出第一本叫《中国公民教育评论》，我们是计划每年一个主题，去年是国家认同，今年我们会聚焦在公民权利教育，明年我们就会聚焦在世界公民教育。现在我们都按计划在推动。另外一个呢，我去年跟悉尼大学，我们研究中心跟悉尼大学教育学院有一个合作，我们分别出了两本书。一本书呢是英文的，我跟那个 Moira Plinton 教授合作主编的，在 Science Publisher 那个出版社出的，就是你看它的题目就是 Education Good Citizens in a Globalizing World， 就是全球化时代的好公民的培育。我这中文的名字我就译成了，我们就译成了培育好公民，副标题是全球时代的公民教育。那个这个呢，在我们这个中文的系统里面，我们将是一套公民教育研究丛书，这是第一本，我们会一直做下去。我觉得可能对于中国大陆来讲，公民教育的研究呢，现在我们是处于那个起步阶段。我们社会对公民教育的需求非常大，我们做研究的人呢可能也要非常努力才能够很好的回答刚才那两个问题还有其他问题。我可能占用时间太长了，主要是我想介绍一下我们的研究成果。我那个因为咱们很多人在这听的都是关心这个事情的，所以我呢会留两本那个中国公民教育评论在那个主席这儿。如果大家对公民教育这个领域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参考。因为这个时间关系我就不啰太啰嗦了，谢谢大家。好，谢谢谭教授。我们接下来就是一分钟的时间让大家回答一下这个问题，每个人一分钟的时间回答其中这一部分问题，因为我们后台还有观众许多精彩的提问。Can I respond? Yeah. Yeah, I'm not going to answer the question. You'll be relieved. So I just want to say some things that shouldn't take more than a minute. One of my favorite people, and one of his favorite comments is, "Development is the one hard truth." Okay, that was Deng Xiaoping, and I believe development is also the one hard truth, but I actually think that it can be applied to human development. So I want to talk a little bit as a cultural and developmental psychologist about the East and the West in a very oversimplified way.
The one place where I disagree with you is I do think there is a universal in human development in the area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that is the capacity to coordinate points of view with others. Okay? I believe that everyone is born with that with the ability to achieve high levels in that capacity, but we don't always do it. Now, in the West, there's a lot of, and so the problem from my point of view is how you transform the capacity to coordinate points of view into two skills. One, and we've talked about both of them. One is a sense of agency, okay? That is, and the other is a sense of empathy. Mm-hmm. And these are not in conflict with each other, but they are in tension with each other. Now, in the West, we have a lot of stories about transformations. We have stories about changing straw to gold. That's Rumpelstiltskin, okay? We have stories about changing water to wine, okay? You may know who that is, okay? We have stories of changing lead to gold, okay? So we have stories about changing a pig's ear into a silk purse, okay, with some skepticism about that. So the point here is that it's very hard to make those transformations. And I think that's really what you were talking about. It is very, very hard to make those transformations, and it's even harder to know whether we've succeeded in helping our youth to do that. So I think, though, there is a difference, oversimplified, between Chinese and American cultures around this issue. And it can best be exemplified by comparing two stories, both of which I adore, one of which my wife has read 20 times. One is Lord of the Rings, and the other is The Road to the West, or better known to me and my grandchildren as the Monkey King story. Okay? Now, in The Lord of the Rings, there are two types of people. There are good people and there are bad people, right? Good people and bad people, and the battle is between the good people and the bad people. Occasionally, but rarely, does a bad person become good, and even less rare is a good person becoming bad. But on The Road to the West,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a good person and a bad person. Everybody is both. And the challenge going to the West is to figure out a way to help the Chinese people, when the Monkey King comes back, understand that we are complicated. And I am not pandering to my audience, but I must tell you that I find the second story, the second way, much more appealing and much more realistic. And I think that's one of the things that we need to communicate in global education. I'm just going to build very, very quickly on what Professor Salman said, and you just put it from an education perspective. So essentially the goal is to be able to leverage technology to achieve mm-hmm. complexity mm-hmm. in many different areas right. along all of those skills. This question is interesting, but it's almost irrelevant, right? Whether you have nationalistic system, the way we seem to be going globally or not, the problems are more and more complicated and require more and more complex answers. And of all the skills I showed you, everybody is focused on literacy. And I don't mean this in a bad way. And those are very important foundational skills. They are simply insufficient for the world. We need to find ways to use technology to teach at a much higher level, to teach the skills, not only technology, but at this scale, at least partly technology. Yeah, I agree.
Yep. I think I'm just going to speak Mandarin because it's going to be a brainstorm, and I'll tell you what's the brainstorm. It's about 我马上要说中文啊，说中文的话，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进行一个头脑风暴，然后更加多的思考一些。我把这个问题拿到了之后呢，他说的是国际素养是一个西方的概念吗？我们如何能够在保留中国传统文化的前提下进行国际素养的培养？我先要对这个问题进行逻辑上的攻击啊。是这样的，我们从后一句话开始。我们如何能够在保留中国传统文化的前提下进行国际素养的培养？那么，第一，保留传统文化的前提就是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啊，咱们可以，我可以问这样一个问题：你戒烟了吗？这个叫复式问题（double question），意思是说你无论回答是还是不是，它的前提呢都是你是个烟民。 也就是说，我现在不认同这个前提，就是在保留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个前提上面。第二，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个定义还是有问题的啊。那么，因为中国呢，作为一个国家，在中文的语境里面，国家实际上对应西方的三个词汇 ，nation、 state、 country， 第一个是文化概念，第二个是政治概念，第三个是土地概念。这三个共同体合一的时候，我们叫做国家。 而这样的话，同样一个 nation 不一定属于一个 country， 这个是经常发生的事情。 One nation, two countries, it happens all the time. North Korea, South Korea, East Germany, North Germany, it's the same thing. There are a lot of Chinese. Are they citizen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r they're just the Chinese speakers, or they just believe Chinese culture is going to dominate the world, or they believe the opposite? I'm not sure. 这样的话，我们进行到头脑风暴了。在攻击完这个问题，不好意思，开个玩笑啊，涮一下。那么在攻击完这个问题之后呢，我们马上回到这样一个话题。那么这个，如果当你把 nationalism 引入到这个里面，说我们是否要去保留中国文化的话，那么前提就是 nationalism， 第一，它是一个崭新的概念。中国并不是一个世界上古老的国家，在这个有史可查的以来呢，一共是3500年的历史。 那么大多数各位读到的中国历史呢，可能都是最近写出来的，也不是说最近发生的，是最近编纂的一本书里面的。那么这个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当我们去看待这个历史的时候，有哪些传统，它实际上在当它诞生的时候是普世的，是 universal， 有哪一些传统是最近才把它们生拉硬扯放在一起的？这个我是不确定的，但我也不会去否认它。 I can't prove it. I can't disprove it. Therefore, I can't believe in that. 是这个样子。那么第二呢？关于中国传统问题，我们想引入这个哈佛的这样一个政治学教授，各位可能听说过，叫做 John Rawls。他叫约翰罗尔斯啊。那么他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思想实验，a very famous thought experiment called the veil of ignorance， 叫做无知之幕。也就是说，当我们把自己如果大家一觉醒来。 突然间发现自己不记得自己是谁，不记得你的性别，不记得你的年龄、属性，包括你的语言都已经不记得了。现在你要设计一个社会，这个社会呢将会在你醒来之后它就生效了，这个社会制度就生效了。但是你醒来之后，你就能想起来你之前所有的属性。他当时想解决的问题是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我们是否要建一个福利国家的这样一个问题啊？大概是这样，不严谨的讲是这个样子。 但我们拿这个同样的思想实验去把我们自己挡在无知之幕后面去看一下，当你在无知之幕后面忘了自己是从哪一个文化共同体来的，是忘了自己的所有的传统，包括语言，你还会捍卫这个世界上 a random culture？ And the answer for me probably is yes. I defend Chinese culture simply because I think it's beautiful, not because I'm Chinese. Not because I'm citizens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这个是我想说到的话题。那么，如果当我们 I think when you are given the choice, then you freely choose on your own will, voluntarily choose that you wanna inherit Chinese culture, then go for it. And I encourage you to do that. 但如果就是因为 you were born in China within the territory, and therefore you are obliged to inherit the culture, I simply can't agree with you. But I respect your decision, and that's my answer. Thanks.
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非常快的提问一下，就是点赞率最多的一个后台的问题，就是各位是否同意教育跟政治应该分离？现在的如何看待现在国家的爱国教育？这是不是一种强制性的政治教育？如果如何能够改善教育，从一种不通过这样填鸭式的教育或者硬塞式的教育，让现在的国人真正热爱自己的国家？谢谢。我们一分钟的时间，每个人一分钟的时间，请把握好这个时间。I can answer for, this is a big problem for us right now. In the US, iCivics, because we're getting to be very, very polarized, or we are very polarized, anything that we put in our games is commented on as being left-wing or right-wing. Mm-hmm. We get both. Mm. And increasingly so. We have in our games of political positions lik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which are now thought to be political. So I believe there is a limit to what you will be able to do through the school system in the United States. We have to teach how the system works. We have to teach about politics, because if we do not, we will face a series of people who will inherit our democracy and have no idea that it depends on you being prepared for it. That is the key to our democratic system. However, if you try to use a school system for a political agenda, you will lose the entire ability to raise kids as citizens. So I think we have to be very, very careful not to go too far, not to engage kids in actual political action through our school system. That's just my own. Mm-hmm. 每个人都要说，我说吧。每个国家可能这个情况不一样，但有一些东西是相同的。比如说，第一个就是说，有没有可能？没有这个政治教育可以跟政治分离哈，这个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这个对不对？没办法做到，就是哪个国家都做不到，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有没有可能有一个比较好的，就是爱国主义教育的这个形式？我觉得这是可能的，因为那个在国家这个共同体存在的情况下，我是觉得可能都有一个，因为现在讲公民的时候，我们一般在公民教育领域里面是强调多元公民身份，比如说社区公民，比如说国家公民，还有那个全球公民，它不同层级呢都是你的社会身份之一，你没办法去掉某一个社会身份，是去不掉的。那现在剩下的问题在教育中间，可能我们需要做的事就是说，怎么能够让那种纯粹没有经过思考的自然情感变成一个建立在自由和理性的选择的基础上的这种情感，可能要做很多工作，但是这个显然这个不同的国家可能都要做类似的努力。因为现在这个你像刚才那个路易斯提到的，美国可能有他的问题，尤其是最近，对吧？那我们可能中国可能尤其是中国大陆可能有一个，比如说教育过于强制，需要将来在我们教育实践中间通过不同的努力。我觉得今天昨天到今天，我看到了很多咱们这个新的努力，从这个农村教育啊到 STEAM， 我认为 STEAM 里面好多是公民教育的东西，比如说特别强调那个合作啊，特别强调团队啊，强调 peers 啊，我觉得实际上对我们来讲就是公民教育。好，谢谢。Oh, I'll talk about something. 爱国。Back to the patriotism, I think. There are two main issues. Separation, politics and education. 我不认为这是个问题啊。是这样的，我们在定义政治学和政课的时候，这两个政治不一样的。也就是说，我们不应该把政治带到教育里面的，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告诉你如何去做，
一般来讲啊，人们去想问题的时候有三步：第一步定义它是什么；第二步去想它的原因，就是为何；第三步呢是找出如何去做。你会发现，第三步啊是最容易产生这个实际利益的，就是说它会产生行动的。所以很多人去问问题的时候，不问第一个，不问第二个，直接问如何。但这样的话，这个最大的问题就已经出现了。每个人的如何都是不一样的。那么在一个政治体制里面，所有人的行为都不一样。那么当一本教科书告诉你如何去做的时候，那这个就属于违背了一个人的一个自由意志，我是这样认为的。所以政治学的这个书里面应该讲的是什么呢？政治是什么？它为什么服务？为什么存在这样一个政府？如果没有政府的话会是什么样子的？就是在自然状态之下会是什么样子的？不同的思想家曾经有过什么样的看法？这个才是政治教育他们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也是刚才路易斯说到了，说这个是 we need to be very careful， 去选择是否我们应该这个直接告诉大家你就应该这样做，或者是 just listen， shut up and listen， or figure out why it's like this， and should we make major changes， or should we keep it， or should we defend it， 是这样。那关于爱国的话，我觉得最后你是否爱国，爱的是哪个国？爱的是中国作为一个文化，还是爱的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那么这样，我觉得它应该留给每一个公民去思考。如果你从政治这个角度，你认为共同体、政治共同体维护了你个人的利益，那么这样的话，你应该从这个角度去捍卫它。如果你认为这个作为一个文化共同体中的一员，你感到这种骄傲。你为自己从来没有见过的人感到骄傲和自豪，然后你仇恨自己从来没有见过的敌人，那这样的话，你可以从这个角度去出发。所以我觉得，说这个东西是什么，然后告诉他为什么，让人们做出如何的这样一个自我决定，我觉得是我们的教育应该去处理教育和政治这个问题。Bob, would you like to comment? Yeah, this is like a question with a million answers. And so I want to answer it just from my own identity and discipline, because it's so multidisciplinary and so multi-professional. So I'm identifying myself not as an American, but as a developmental psychologist, cultural psychologist. I'm still fascinated by that game I watched a while ago. And why was it that the kids were engaged, and what was it about getting more land that really was so compelling? Think about that. So once I said, none of us have the answer. We have perspectives and answers, but I do agree with the quote you put up on the board from Margaret Mead, and if I had time, you could see the Eleanor Roosevelt quote is very similar. It's really, this kind of stuff starts at home on small scale. Now, you know, I could see sociologists shooting arrows at me if I say that, but I think one way to start is at home on small scale. And I think you have to try to understand, why is it that the kids are so engaged in learning probability as a function of their desire to have more land? Okay? And I don't think you should take it negatively. I think you need to understand it. And I think it does relate to very basic capacities in human nature in terms of a sense of agency, a sense of belonging, a sense of relationship. And I do think you have to, and that does start in kindergarten, quite frankly. And so that was one of the reasons why when I was invited to speak today, I knew I had a lot I wanted to say, but I didn't want to I could have let go of one of those two stories, but I really didn't want to, because I really feel you need to start at home with these issues, and you need to start in terms of what are humans' basic needs. Thank you. 谢谢各位嘉宾的精彩分享。很抱歉拖延了一点时间。非常感谢各位嘉宾，也感谢我们的分论坛主席，谢谢大家。那接下来呢就是茶歇时间，在会场外我们准备了丰盛的甜点和饮品，大家可以享用。那十分钟之后儿童早期教育分论坛将会开始，请大家及早回到会场，谢谢大家。
Okay, so now it's time for tea break. Please help yourself with the desserts and drinks right outside this hall. The next panel, early education panel, will start in 10 minutes. Thank you. How late are we? What time are we supposed to? 15 minutes ahead of the mic, please. But like the previous events were already late, so it's okay. Thank you. All right, and you, I'll keep this. Translation? Yeah. Oh, okay. Okay, yeah, sorry. That for a while. Or can I also get the mic for you? I thought you just got it. This is my, no, I think this is the translation. Okay, so I'll take I get this, it. And you take this part. Thank you, that was great. Thank you so much. I never had more fun.
下一场 panel 将在1分钟后开始， 所以请各位嘉宾尽快入座，谢谢。 Our next panel will start from in 1 minute, so please have a seat. Thank you. Panel 将在1分钟后开始， 所以请尽快入座， 谢谢。 马上就要开始了，所以请还在咨询的各位嘉宾可以稍后再做咨询，谢谢。 下一场 panel 马上就要开始了，请马上入座，谢谢。 马上就要开始了，请各位观众马上入座，谢谢。 Our next panel will start now, so please have a seat. Thank you.
下来的，因为你们就一个 slide， 你不用来回倒，然后你也能 handle 对吧？出问题，我先后一下，然后我在后面。这我就搁这儿了。然后欢迎各位嘉宾回到我们的会场，下一场分论坛即将开始，请尽快入座，谢谢。好的，请大家尽快入座，我们的分论坛即将开始，谢谢大家。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会场。那么接下来的分论坛是儿童早期教育分论坛，我们的分论坛主席是孙梦，是来自哈佛大学教育学院人类发展与心理学的硕士在读生。Now we are entering early education panel. Please welcome our moderator, master's candidate of human development and psychology at Harvard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Welcome. Okay. 所以刚才大家在上一个论坛当中也听到了这个 Robert Salmon 教授提到了儿童早期教育当中社会技能发展的一个重要性。那么去年我们的这个二孩政策开始实施以后，我们低龄的幼儿开始越来越多了，所以很多人开始关注这个儿童早期教育的问题。越来越多的家长也希望能把自己的孩子从更早开始好好的给他们一种更良好的教育，这样他们就可以更好的跟小学所衔接，甚至是说为他们提供更多的技能培养，让他们能顺应21世纪的这个竞争机制，求得以后更好的这个发展。但是我们同时也意识到呢，家庭教育和家庭养育这个方面并没有顺应这个趋势而改变，也就是说家长的期望值非常高，但是同时家长自己本身的养育技能和如何做一个好的家长这方面的培训，这方面的自己技能的提升并没有提高。相比之下呢，很多家长选择去把孩子送到一些外面的机构去接受更好的教育，把这部分的责任抛给了外边的一些不是家庭的以外的一些机构，所以今天我们很高兴可以请到四位嘉宾来跟我们聊一聊，如何建立一个以家庭教育为中心的儿童早期教育体系。谢谢。所以我们首先会有请陈磊老师，他是中国福利会托儿所的所长，然后有请陈磊老师发言。非常可爱的学龄前的儿童，我是一个来自实践第一线的幼儿教育工作者，所以呢，我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面向0到3岁婴幼儿的课程这件事情。我的关键词其实就两个，一个是早教，一个是早教指导。这两个多了两个字，那就意味着我们做一个专业机构，我们的课程立场是有了很大的改变的。我就想跟大家说这两者之间的区别。为什么我们会如此关注一个早教机构的课程建设？我想
来自于中国目前早教大环境的现状是原因重要的原因之一。无论是随着二胎政策下的出生的逐年的递增，还是我们科学育儿迫切需求，这个迫切需求我可以用井喷两个字来说，也就是说大量的家长把选择去早教中心成为了他们的选择。当大家听说别的孩子去早教中心了，自己孩子没有去，就觉得不知道被别人甩了几条大马路。而且呢，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作为一个专业者，我就是来自这样一个机构的，作为一个专业者，其实还是感到有很多的忧虑的。因为今天时间有限，我仅聚焦在课程这件事儿。我发现我们目前的早教课程的设置有两大问题。第一个是课程指向的单一化，也意味着就仅仅指向婴幼儿，完全缺乏对家长的育儿的指导。这种导向的话，那就是等于把家长就觉得我送你到这儿来，你给我管孩子，我没关系，我送来了我的孩子就发展了，所以这个导向是很成问题的。第二个，课程模式的两极化。什么叫两极化？我自己在实践中发现，一个就儿童乐园化，玩，拿一些玩具，儿童就来玩。那么如果仅仅是玩而已，那么作为一个机构的不可替代性，你是一个专业机构啊，这个机构的不可替代性就没有办法呈现了。第二个就是课堂化，学习满足了一大批中国式家长的让他学本领学技能的心态。那么我把这种现场定为是聚焦着各种年龄的发展目标的一种学习工作坊，孩子们都纷纷被成为了一种捆绑的对象，绑过来来上课，所以呢，这个也是完全不符合婴幼儿的学习的特点的。所以我们一直在思考，到底一个早教中心它存在的意义在哪里？早教机构的意义在哪里？它到底应该承担一种什么样的责任？所以在经过多年的实践基础上，我们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两个观点。第一个，一定要明确婴幼儿教养与家长并举的早教课程的指向，也就是说一个早教机构你的指向是两边的，是亲子两边的，你既要聚焦儿童的教养的质量，更要聚焦家长的育儿水平的提高。第二个，我们又提出了合作协商的早教课程建设的概念。什么叫合作协商？越是低龄儿童，每一个个体都是特殊的，每一个个体都是不一样的，他们的特点、发展速度、优势项目都是不一样的。对这种不一样的了解的第一人应该是爸爸妈妈，应该是他的抚养人，而老师仅仅是一种运用，他仅仅是掌握了一些规律性的知识，要把规律性的知识作用在每一个不同的个体上，实现他的发展比较难。所以我们希望是家长到早教中心来，鉴于他对儿童个体的了解，借鉴了老师给他的规律性的知识，灵活地运用在自己的孩子身上，然后找到一种适合自己孩子的教养的方式，捕捉到适合孩子的成长的契机。好，我们在这样一个指导下，我经常跟我们老师讲，我进入这个课堂，你不应该是主角。也就是说，如果进到这个早教中心，我在15分钟到20分钟之内，我发现不了主角，那你就赢了。也就是说，我们再来看，在这样一个平台当中，这个环境指的就是早教机构，教师他是准备环境，观察支持亲子互动的主角，也就是他在活动前是主角，他可以很忙碌。那在活动现场呢，家长是开展亲子互动的主角。所以在我们的早教中心，我跟家长讲，高跟鞋拿掉，首饰拿掉，耳环拿掉，指甲剪掉，你要充分的去跟孩子活动。有一个爷爷说，我来了正好，所以我每天广场舞都不用去跳了，我就在这儿可以得到锻炼了。我烟也戒了，因为不允许我在这儿抽烟。所以婴幼儿是探索活动发展的主角，他不应该是被捆绑着来上课的对象。好，那么还有一个，我是一个实践工作者，所以我一定要回答早教中心的内容，早教机构到底可以开展一些什么内容。0到3岁的婴幼儿学前教育的之所以被称为教养，但是因为他的生长发育规律所决定的，以养为先，所以我们一直在提教养结合。我一直在跟早教机构在讲，我们能不能变成养教结合，以养为先，也就是我们必须告诉家长，幼儿对孩子一日生活的照顾的各个环节都蕴含着教育的契机，都蕴含着儿童的语言、动作、习惯、情感、概念等学习的契机。比如说，这是一组我们生活课程，时间关系我仅聚焦在饭团吃饭这件事儿，在中国对家长来讲真是件难事儿，从桌上味道、
桌下，从桌下喂到电视机前，再从室内喂到室外。甚至有一个家长跟我说，陈老师，咱们的孩子一家人每顿饭必须三个人合作才能喂得下去。我说干嘛要三个人合作呢？妈妈得把他拽着，因为他要乱动。然后呢，爷爷那个重要的角色出来了，爷爷得在他面前扭屁股，一扭一扭，这个孩子哈哈一笑，嘴巴一张开来那一刹那，妈妈赶紧塞，奶奶赶紧塞一口饭。所以在婴幼儿这一块，我们得知道要变要求为支持。我也看到有教授在讲要支持他，所以我们建议家长做饭团，把被动喂食变成他的一种手抓食物。而且在这个饭团过程当中，我们有鸡蛋饭团、南瓜饭团，蟹柳饭团，各种各样的味道，儿童可以自选的，那多开心啊，是不是？还而且在这个选择过程当中发展了他的语言，要吃一个拿一个，吃两个拿两个，按数取物，是不是都蕴含在这之间了？所以生活课程是第一种课程，第二种游戏课程。更不要说低龄孩子了，大孩子都喜欢游戏，低龄孩子游戏它最重要的课程。但是对零到三岁来讲，我想再提两个概念，也就是说我要注重游戏课程的低龄特征和亲子互动特征。我们提供的游戏应该具备两种特征，所以如果要有低龄特征，那么自然参与很重要，情景化很重要。也就是说孩子看到这儿他就爱玩，挤牛奶，在农场里运水果，撒雪花，觉得他看到这个场景不用你说一句话他就可以玩得起来的。好，第二种也就是材料的丰富性。我经常跟那些家长讲，不要1000块钱去买一个玩具，它的活动价值是有限的。生活当中很多不花任何钱的材料恰恰是功能很大的。我给大家看一个爸爸的剃须泡沫。我们在座有很多男生啊，如果你以后刮胡子的时候知道剃须泡沫可以怎么给孩子玩。 An everyday item such as daddy's shaving cream can become a sensorial exploration in texture, scent and temperature, as well as encouraging creativity and being lots of fun to play with.获取的不花多少钱的材料恰恰它的功能是很大的。这种剃须泡沫，儿童的感知觉、嗅觉、触觉，是不是它的造型的能力、千变万化的能力，以及大家看到亲子之间那种融融的情感的发展。好，这是我在美国超市也经常看到什么鸡蛋托，这种鸡蛋托我们可以发展出来各种各样好玩的东西，比如说鸡蛋托垒高、玩沙工具、拖拉玩具、小迷宫、荡秋千。所以我昨天 STEAM 专场的那个教授在讲，我很赞同的。有一个问题来不及回答，叫2到6岁 STEAM 课程能不能迁移进来？我很希望家长专家能够回答这个问题，但没轮到。我心里想，一定能。为什么？他其中谈到一个概念，材料的多样化是运用，对不对？其实对0到3岁来讲，不用刻意，不用贴任何的标签，就那么的生活，就那么的自然渗透，就 OK 了。好，第二种课最最重要的，我想讲。早教中心要实现早教指导，必须还有一个支持家庭教养的迁移课程。我们如何把早教中心的环境因素跟家庭的环境因素能够连续起来，紧密的结合起来，让孩子们通过不断的重复持续化的得到发展。所以情景中的模仿学习，上下楼梯，玩水，材料不要那么多，一两样就够了，这样会分散他的注意力的。大家再看，我们还有很多的研读中的思考跟提升，我们必须把环境的解读跟互动的要点告诉爸爸妈妈，这个背后蕴含着什么样的婴幼儿发展的规律。活动中的领悟转化，时间关系我只能边说了啊，这是一种音乐，我们让音乐用游戏的方式让孩子在感受，是不是有没有兴奋起来？昨天教授也在说要让孩子兴奋起来，孩子对音乐感兴趣，我们就是用通过这种游戏帮助家长来知道。好，在卷入中共同建构，吸引大量的家长参与到早教中心来，让他们成为早教中心的主人，妈妈故事团、家长沙龙的讲师，他不应该是老师，他都应该是家长。在迁移中运用发展，如果你问我早教中心的评价是什么，我跟我的老师讲到家里去评价，如果他在家里能够迁移运用的 OK， 你的课程就 OK。 这是一个孩子
他看到在早教中心玩瓶盖，妈妈赶紧回家放了大小各异的瓶盖让孩子来。在早教中心，我们给孩子有充分的读压的空间。妈妈告诉我，我原来只给他一个小黑板，我现在明白了，儿童是粗大动作，我必须在纸上铺大的纸，我必须让他浴室里都给他成为一个涂鸦的空间。最后，我的时间应该够啊。我最后的想法是，按照我现在的理解，就目前的趋势，早教机构的存在的价值会不断被放大。那么作为一个专业的人士，作为我们在早教中心做课程的人士，我们一定要明确自己身上承担的课程引领的使命，那就是我们在关注婴幼儿、提高婴幼儿教养质量的同时，我们更应该把对家庭的指导、对父母的指导作为促进婴幼儿成长的有效的方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早教指导的意义，我想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课程？这是一种婴幼儿、家长、教师之间开展三方互动、双方协商、共同成长的一种新型的教育实践。在这个路上，我们跟家长携起手来，坚定地走在这条路上。谢谢大家。谢谢陈老师的精彩发言。那么现在我们有请全国婴幼儿早教早期教育管理中心主任毛老师。谢谢大家。我简单介绍一下，我今天的主题是家庭教育和老师的培训，因为我们发现在这个早教过程当中，没有好的老师，家长不参与的话，这个孩子是得不到最好的教育。那我刚才今天早晨叶教授的那个，就是在游戏当中学习，实际上在我们零到三岁的时候，所有的都是 learning by play。这个游戏力在这个早教过程当中是最重要的一个学习方式，所以我觉得这个叶教授把他带回到大学里，这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事。那我今天在哈佛大学，所以我经常用这两张图给家长。这两张，左边一张图是零到实际上它显示的是最早的这一段时间，孩子在各个方面，比如说语言、视觉、听觉的发展。那黑色的那根线实际上是语言的敏感期。这是天生的。那右边这张图是哈佛大学做的 study， 他们跟踪了孩子大概6年，然后这个是跟踪的三组父母，最上面的一组是白领的家庭，中间是蓝领，下面是那个救济的家庭。那你可以看到他们在三岁的时候，因为这个父母在那个前面的这一段时间里边给孩子的这个花的时间不一样，跟他使用的语言的丰富程度不一样，孩子的这个词汇量有很大的差别。白领的孩子到了三岁的时候，他的语言的词汇量是蓝领的2倍，是那个被这个叫什么看一下，这个是对不起，是 welfare parents 的这个3倍。那然后呢，我跟大家，昨天我听了几位 panel， 我们都是以前都不是早教专业的，我以前是学计算机电脑的，因为有了孩子，所以才跨行进入了这个早教专业。那我觉得，我看问题主要是从两个方面，一个是从家长的角度，主要看家庭教育的想问题，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早教行业，因为老师很缺乏，我们怎么样能够通过系统的科学的方法，能够大规模的培养高质量的老师，这两块是我比较关注的。那刚才陈老师也提到了，早教行业发展非常快，但是呢有两个大问题，在我们看来，就是第一个就是早教行业到现在还没有一个标准的，这个零到三岁这一块没有标准。第二个是早教的那个家庭教育也没有一个标准和规范。那第二块是早教老师特别缺乏，因为在中国零到三岁没有专门的学校培训，所以大多数零到三岁的老师都是在 on the job training 这样学会这个早教的。所以这个另外一个他们没有这个职业的归属感和行业的这个成就感。那我们全国婴幼儿早期教育考评管理中心是2016年1月份成立的。我们主要做三件事，第一个就是为早教行业就零到三岁设立一个行业的标准，第二个是培养专业的人才，
为这个行业输送人。那第三块就是给家长提供良好的这个家庭教育。我们在订立在这个建立这个标准的过程当中，主要是参考了美国 From Neurons to Neighborhoods， 他们这是美国2000年出版的一本书，它是美国的科学院和这个医疗学院，还有这个美国那个 Research Council， 他们一起开发，大概花了2年，几百位这个教授，跨行业的教授，给这个早教行业定的一个标准。那我们现在也是通过它来做跟国内外的大专院校和研究机构合作，另外我们选的专家也都是跨行业，因为我们在早教过程当中涉及到孩子很多有语言发育，音乐、艺术，那光靠一个专业是不行的。另外一个，我们有金牌讲师团，他们实际上是直接给老师上课的。另外还有一个教务委员会，是我们在行业里边的这个品牌，他们每个品牌都有自己的特色，我们邀请他们把他们每个特色提供给我们，加入到我们的标准里边。那我们另外还建立人才培训的体系和人才考评的体系，此外还引进一些美国的课程和那个教科书。这是我们去年跟去参观 UCLA 的一个Early Childcare and Education Center， 它是 UCLA 专门给老师和学生的这个孩子用的。那我们在跟他们谈了STEM 的这个 research， 因为那个他们的园长实际上是还是一个 professor， 他专门在做这个 STEM 在Early Childhood Development 里边的那个右边是我们邀请了美国 NEYC， 就是美国早教协会到中国来。我们去年5月份和7月份跟他们互访，然后现在达成合作，能够把他们在美国的一些很好的课程引入到中国。两个最主要的课程，第一个课程是Ethical Conduct， 就是早教从业人员的这个职业操守，我觉得这一块中国特别需要。那第二块是就是父母的沟通技巧，家长老师和父母的沟通技巧，它叫 Powerful Interaction for Adults， 主要是针对老师的。那下面两张图都是我们在右边那张右下图的是我们在 Berkeley 跟他们那个 High School 的这个商学院的老师探讨这个 Leadership Communication， 因为我们有很多早教中心，他们有很多投资人和运营总监，他们需要了解这个在职业上怎么管理。那然后我们在这个用人这个培训这一块，我们目前主要是分两大块，一大块就是已经进入早教行业的老师，我们做在职培训。那我们是通过我们的一些合作伙伴帮我们做招生，然后我们派老师去做培训。那另外一块是还未入行的大学生，他们有很多，现在中国到现在就是一直还没有就是0到3岁这个专业，所以我们还得让他们在Before they get onto the job， 我们给他们一些这个 training， 是0到3岁的，另外给他们提供实习和就业的机会。传统的就是因为我在 IT 行业做了很多年，那在 IT 行业，你的 career path 有一个非常清楚的，比如说你要做第几级的工程师，如果你往这个管理方向发展，那你可以往这个可以做到第几级。那在我们早教行业，一直没有这个标准的这个就是从业人员的职业规划，所以呢，我们去年设计了几个，一个是针对从业人员的，有早教的指导师、培训师和运营师。那针对这个家庭教育的，我们有家庭成长辅导师和家庭教育讲师。讲师主要是教孩子啊，教老师怎么讲，那成长辅导师主要是教老师讲些什么内容。那另外一个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跟美国 NEYC 的合作，就是帮他们把2门课程引到中国，主要针对这个从业人员的培训。我们希望通过这个 matrix 能够帮助从业人员能够横向的发展，然后另外一个又能在纵向能够在这个每个领域能够得到更深的发展，所以他们可以在一个在早教行业可以待10年20年，而不是目前的只有就是很短的时间。
这是我们这个做的很多老师培训。右上角这一个是大概有60位投资人和运营总监，他们管理的大概150家早教中心，每一周去他们这边上学的大概有20万人，所以这个我们的 impact 应该还是很大的。那左下角的是我们做的一些这个实操，因为现在中国早教我刚才说了，他们都没有职业培训，所以他们像 First Aid 的这些，他们有的很多老师都做了4-5年以后第一次接触到这个 First Aid 的这个 topic。 那这些是我们给大学生做这个职业规划和培训。我们现在在全国像西安啊、山东、上海、北京。另外我们也是跟合作员提供一些0到3岁的这个早教课程的培训。 OK， 我 skip 掉这个，是我们现在目前在做的这个家庭的这个家庭讲座。然后我们在这个，因为现在父母的时间都非常这个碎片化，所以我们通过线上的这个微课，也通过一些这个家庭的这个就是家庭家长的这个沙龙。右下角的是我们专门给家长做的这个实操的，可以刚才陈老师一样可以在家里可以重复。所以家庭教育我们有这么多 topic， 我想这里我想简单的提一下，就是刚才Professor Salmon 提到的，就是公民教育很多实际上是从家里做起。我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我们教孩子怎么保护环境和节约水，就是平时你平时洗手的时候，有的孩子会开很大的水。实际上美国做过 study， 就是你开100%，开的最大跟开一半跟开1/3，洗20秒钟的话洗出来的手是一样干净。那为什么倒过来的问题是为什么要开最大？ OK， 那第二个是洗完的时候以后，孩子这个就是擦手的时候是用一张纸去擦还是用2张纸去擦。我看很多，我在卫生间我经常发现我们很多成年人都是用2张纸、3张纸在擦。那每多用一张纸，你就是多砍一倍的树，多产生一倍的垃圾。所以我们从小教会孩子有的时候还会跟家长说，你不要用2张纸，要用1张纸。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公民教育的一部分。 OK， 最后一个就是我这是我们的挑战也是我们的机遇了，就是中国现在大概有500万到700万的孩子能够受0到3岁的早教，4300万人能够入幼儿园。但是我们现在0到6岁实际上每年出生大概在1700万左右，去年是1785万，所以基本上有1亿的0到6岁的孩子和2亿多的家长，所以需要大概1000万的老师，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另外一个是需要我们每个人在座的每个人的努力，谢谢大家。谢谢毛老师的发言。那么现在我们有请中科院心理所毕生发展与创新教育中心副主任王苏瑞老师发言。各位在座的来宾大家好，非常荣幸能有这个机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所做的工作。我叫王思睿，来自于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我曾经以为我们科学院是很有名的，然后但是昨天和很多人交流，他们不知道中国科学院是做什么的。所以简而言之，我们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我可以很自豪地讲，叫做中国的心理学国家队。所以我们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其实我们做的事情更加偏重于基础科研以及科研成果的转化及应用。简而言之呢，就是比如说我们研究出来的规律可能会应用到刚刚陈老师和毛老师说的对早教人员的培训、对家长的培训，以及运用在我们的课程的这种实践当中。好，言归正传，跟大家来沟通一下，我今天讲演的题目叫做尊重规律，早期教育的起点。说到规律呢，不讲一些很形而上的东西，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呢，我是匿名抹到了名字，发在了我去年9月份的朋友圈里面。我有一个同学他的同事很开心生了一个男孩，然后于是呢他本着这个老大照书养的原则，读了很多很多关于早期教育的一些内容，然后呢他读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规律，叫做哭就抱，不哭才哭不能抱，不哭才抱他。为什么？因为孩子其实很聪明的，他会 学到了说哎，我一哭你抱我，然后那我以后就都哭好了。于是他就是这一条所谓金科玉律的实践者，终于有一天问题爆发了，而这个孩子开始的哭，整整哭了2个小时。
他在做什么？首先他没有抱这个孩子，其次他儿子在那儿哭，手舞足蹈的哭，他用了两个小时按着他儿子的手，相当恐怖的一个场景，不要笑啊，不要笑。虽然我觉得我听上去非常，当时我的反应跟你们差不多。然后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最后结局是大家会说这孩子哭累了就睡过去了，他当时也是这么跟我们说的。但是到了第二天问题来了，第二天家里人发现说这孩子不正常，这孩子的异常。因为我是北京人，他也是北京人，他跟我说的就是北京话，说我们家火烧火燎的把这个孩子送到了儿童医院，医生给了两条诊断。第一条诊断，这孩子叫做疝气。OK， 这是一个医疗概念，我们不去理它。第二个诊断，医生给了四个字，我想在座的听完了之后一定会惊掉下巴，叫做这个孩子劳累过度。是的，这是儿科医生给出的一个诊断。即便是发生了这个事情，这位父亲还是觉得自己特别有道理，还在坚持，等于说我不能让他形成这样的一个概念，哭才有的抱。我说那你为什么？他说我要培养我儿子健康的人格。我说那是哪一种健康的人格？他说我希望我的儿子坚强独立。说到这里，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哈？就像那个跟我们这个整个这个论坛，我们的主席就孙梦，我在这块给大家挖了一个坑，大家有没有听到这个小男孩他的年纪是多大？没有，是不是？我来公布答案，这个孩子的年纪是四个半月啊，坚强独立加上四个半月。对，现在有些时候我们的家长不知道一些规律，甚至是一些最基本的一些规律，就有些时候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说，如果是说对于一个零到一岁的孩子，他的规律是什么？他的客观规律是在这个阶段，我们有一个最重要的心理学概念叫做亲子依恋关系。我想在座很多接触过早期教育或者儿童发展的人都会听到过这个概念。为什么它如此重要？因为零到一岁的亲子依恋关系是你今后对这个世界的基本安全感的一个形成的关键的阶段。换句话说，当一个零到一岁的孩子他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被他的父母温柔以待，他会形成对这个世界健康的一个态度，继而才会形成一个健康的人格。如果再往前说一点，我们做基础科研的，我们会告诉大家说，如果你从脑科学的角度上来说，在第一年的时候，一个孩子他的大脑体积的变化是101%，第二年是15%，大家明白第一年有多么的重要了吧？在大脑高速发展的时候，孩子需要的是什么？需要是家长的回应，需要的是家长的关怀。而这个时候你跟我说哭，哭是不能抱的，那我想产生的效果大家都很清楚。那我再来提另外一个，接下来我们再往前说，这孩子长大了，长到3岁，长到4岁，那整个两天的会议当中我听到了很多，包括刚刚那个论坛也会讲到说绘本这个东西很重要，对吧？养育养育不能光养不育。到了这个时候，很多家长冲过来跟我说，说老师我们知道绘本很重要，王博士你不说绘本很重要吗？但是我跟你讲我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我家孩子不喜欢看书。这是一个双博士家庭，大家知道吧？因为在我们周围就是双博士特别普遍，告诉我就告诉我说我孩子不喜欢看书。我说你家书香门第啊。我说，他说好，他说我家孩子对看书没兴趣。我内心的概念是说，我说请你定义什么叫没有兴趣，但是我嘴里问出的话说，那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个场景，你家孩子是怎么看绘本的？他说我家孩子拿起来看了也就扔掉了。而事实上我们如果从心理学的发展规律上来说，对于一个孩子来说，他打开一个绘本，3到4岁，一个孩子对一个绘本上的一个关键的概念的注视点大概在300毫秒，300毫秒什么概念？看见了吗？就这样一个概念。一个孩子对一个页面的注视时间，3到4岁甚至4到5岁的时候，他的平均时长是6到8秒。对于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来说，一个页面看不到10秒，啪扔出去，当然叫做没有兴趣看书 ，OK 吗？甚至是说，对于绘本这件事情来说，我们国内和国外都做了大量的研究。你说绘本很重要，好，还有家长说我希望通过绘本来帮助孩子认字，甚至说帮助孩子双语。国内大家都知道吗？双语就英语绘本、双语绘本很火的。但我告诉大家一个让你们非常挫折的一个概念，叫做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国外的研究表明，他的注视的时间，一个页面有图有文字，文字注视的时间不超过全部注视的时间2.5%，即便是你变化字体。变化自己的颜色，变化自己的大小，变化字体在 sorry，
对不起，在这个页面的不同的位置，这个注释的时长不会超过7%。而如果这个放到中国孩子身上，为什么？因为我的博士论文一大部分是研究中文和英文的语言加工的差异。我的博士论文里面有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开篇叫做我们的中国的文字是象形的文字，就像图像一样。那么如果绘本上出现的不是英文而是中文，情况会是什么样呢？中国孩子至多的他的注意时长只会占到11%。11%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说的90%的时间是在看图而不是在看文字。那么好，大家又会问我说，那王博士，到底绘本能不能帮孩子认字？我的答案是可以，但是拜托请注意一下规律。规律是什么？规律是我们对孩子这个眼动的关于绘本的研究，我们用的那个绘本，大家如果对绘本比较熟的话，叫做好饿好饿的毛毛虫，啊，有听过对不对？所以对这个绘本的研究就会发现说，对于中国孩子，我不说外国孩子，眼动你会发现到了4岁5岁，就五岁非常明显，4岁5岁是一个分水岭，这个时候孩子开始注意文字了。而从心理学发展的角度上，我们会说5岁的时候一个孩子他的文字意识开始萌发了。所以什么时候教孩子认字，大家都明白，绘本如果你说从亲子关系的角度上来说怎么读啊，这个大家也我也就不再赘述了。如果你希望他用它来认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第一，在不同的年龄段选不同的绘本；第二呢，就是注重孩子的年龄的规律。好，我还有一分钟的时间，最后这一分钟呢，跟大家来分享最后的一个小小的话题。那很多人就会跑过来跟我说，说王博士，说你们这帮搞儿童发展的，你们懂得这么多，你们一定孩子养起孩子来一马平川吧？我说是这样，我说你在网上有没有看到过一篇我曾经看到特别有感触的文章，也是我们搞儿童发展的一个同仁写的，叫做我读了这么多书，最后管住你的是我的怒吼。场景是这样的，这个作者对着这个婴儿车说，苏菲呀，没关系，苏菲冷静，一切都会好的，哎呀没关系。这个时候有个大爷从这个作者身边走过，说，哎呀姑娘，你对你孩子太有耐心了，你真是个好妈妈。作者抬起身看着大爷默默地说，大爷，我才是苏菲。所以养育的道路从来都不是一个一马平川的道路，它布满了艰难险阻。 Sorry， 我可能会拖半分钟左右的时间，为什么？因为虽然很多专家都提到了绘本，但是我希望在这里跟大家来分享一个真实的绘本的故事。这个故事我其实是讲给家长听的，一个黑色幽默的故事，甚至我个人非常喜欢告诉大家说，孩子整天在变化，所以我们家长要跟着一起成长，一起变化。但是我跟你讲，有些时候你穷尽了所有的专家，穷尽了所有的育儿方式，你会发现你会充满挫折的。这个故事叫做我想吃一个小孩，在国内是公开出版物，大家可以买到这本书。鳄鱼家有三条鳄鱼，鳄鱼爸爸、鳄鱼妈妈和小鳄鱼琪琪，他们每天活得很开心。早饭是一直会是有一个传统，叫做他们会吃香蕉。有一天早晨呢，鳄鱼爸爸、鳄鱼妈妈起床说，琪琪呀，快来吃早饭，有香甜的香蕉吃哦。然后琪琪说，不，谢谢爸爸妈妈啊。当然说他先说早上好，我今天不想吃香蕉，我想吃一个小孩。爸爸妈妈很奇怪，说，琪琪呀，琪琪，你这么奇怪的观点是从哪里来的？他爸爸说，小孩子嘛，好哄，转移一下注意力。于是爸爸到村庄里给琪琪拿了一根香肠，说，琪琪啊，琪琪，你看这个香肠多香啊。琪琪说，谢谢爸爸，可是我还是想吃一个小孩。他妈妈说，小孩子都喜欢甜食和巧克力，那我给琪琪烤一个巧克力蛋糕吧。于是父母在那边烤蛋糕画巧克力，说，琪琪啊，你闻巧克力的香味多么的好，来吃巧克力吧。然后琪琪说，谢谢妈妈，我很喜欢吃巧克力蛋糕，但是今天早上我就想吃一个小孩。然后鳄鱼爸爸、鳄鱼妈妈没有办法了，抱在一起抱头痛哭，说，哎呀怎么办呀，我们的孩子怎么变成了这样，他不肯吃早饭，要长不高怎么办。然后呢，琪琪说，那爸爸妈妈我不吃了，我出去玩。然后他又走到了河边，看到了一个小女孩，琪琪简直心花怒放，说，一个小孩。然后小女孩也看到了琪琪，但是琪琪是一只小鳄鱼，她很小。然后琪琪摆出了她最凶恶的表情，露出了她的牙齿，说，我要吃掉你。小女孩说，哎，小鳄鱼好可爱呀，就拎起了琪琪的尾巴，肉肉肉，啪，扔到了河里。琪琪很愤怒，从河里
湿漉漉的出来，然后冲回家，这个时候很饿了，饥肠辘辘的跟爸爸妈妈说，爸爸妈妈我饿了，我要吃饭，快拿香蕉给我。爸爸妈妈好开心，说哦，我们的孩子终于回归正轨了。而对于琪琪来说，画面一转，他坐在一堆香蕉上，说了一句话，说哼，我要吃香蕉，我要长高，我要变壮，然后变壮了我就去吃一个小孩。OK， 所以对不起，稍微超时了一点。最后呢，跟大家分享一点我在这个做科研和教育工作的一些心得吧。我们今天如何为人父母，为人师长，为人父母三观要正，脑子要活，方法要多。谢谢大家。谢谢王博士的精彩发言。下面我有请最后一位嘉宾，父母必读杂志的主编玉梅女士。好，非常感谢哈佛教育平台为大家搭建的这样的一个交流，我们互相学习的一个平台。那我想呢，我觉得这个主持人的安排很好，我从媒体的角度来分享一下我们的观察，尤其是大家都提到，包括昨天的农村论坛的很多嘉宾也提到，哎呀，我发现都是跟家庭教育有关。是的，父母必读，我们一直在致力于家庭教育。这本杂志，很独特，在国内很独特，因为它的历史，因为它对两代人的影响。父母必读杂志是我们的国母宋庆龄生前题写的最后一本刊名的杂志。那这样的一本杂志呢，它伴随了中国的两代父母的成长。那我昨天也特别高兴的，听到很多嘉宾跟我说，哎呀，我的孩子小时候我就是看这本杂志把他养大的。我觉得这句话对我们的激励比任何的得的国家大奖都要更使我们特别感到受到的这样的一种鼓励。因为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一本杂志陪了两代的父母，那他所见证的和激励的是不一样的。那我想呢，非常非常的庆幸我们在这个时代去见证了我们这个行业也好，或者是中国家庭的这个发展也好，我们见证了这一个历史。那在这个十年里，我想刚才大家提到绘本图画书，那最初十年前，2004年，父母必读创建了一个属于我们中国媒体自己的排行榜，叫中国优秀童书排行榜。当时摆在我面前的可能只有不到1000本的这样图画书，我们不断地跟父母说，哦，这叫图画书，这叫绘本。而今天图画书绘本这个行业已经成为了一个庞大的行业，支撑着中国教育的出版行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板块，每年的出口进出口的这个额度非常大。那同样在另一方面，在过去的10多年里，我们采访了数百位的儿童行业的企业家。那我们在十年前，一个婴童展，也就是上千平米这样的一个规模，几百种产品，我们都觉得哎呀已经很多了。但是去年我去参观上海的孕婴童的展览，真的让我很震惊。单品一个推车就是一个上千平米的一个展览的一个馆场所。那这就是让我们看到一个中国速度婴童行业早期教育蓬勃发展的这几年非常庞大。那我们也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在这10多年的时间里见证了中国父母的养育观念的提升。好消息是，今天很多的女性她们愿意自我意识非常强，她们想得到双赢甚至三赢的生活，事业强，孩子养育得很好，然后还有很多的社会的自我的价值。那我们今天的爸爸也很多的参与到育儿，他们愿意跳脱这种刻板的印象去做奶爸奶妈这样的一个鲜活的一个社会场景。但是在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硬币效应。这个效应不断地让你翻开硬币的这一面或者那一面，这一面翻开的时候，你会看到刚才大家都提到了，在我们的一线二线的城市里的过度养育，或者说是精养，就是每一个细节放大到无限。但是翻开硬币的另外一方面，你又会看到几百万的留守儿童可能一年里
接不到父母的一通电话，这是很现实的问题。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父母知道在这个时代，因为信息很方便，那我们知道的太多，我们做到的呢？很遗憾，我们去年前两年我们做了一个中国父母的养，就是对于营养的十大话题，就发现在这里面母乳喂养排最后，第一位补钙问题是第一位，大家特别关注的一问。实际上大家都知道母乳喂养是孩子早期发展最重要的一件营养的事情。那同时呢，刚才王思月也提到，今天的很多家长真的知道特别多。我就给大家举一个特别一个很通常的一个场景。我的一个朋友跟我分享，前两天在北师大的跑道上看见两个男孩同时才学自行车，一个是博士的孩子，那个博士在拼命地跟这孩子说力学原理是什么，然后那个自行车该怎么扶把，怎么讲平衡。另外他们司机班的一个父亲也在指导这孩子学自行车，他就说你眼睛往前稳着走两个小时，这个司机班的孩子学会了。一天这个博士的孩子还在那儿抖抖嗦嗦的在研究那个自行车的原理，这就是一个非常生动的一个形象。那同时呢，我们也翻开硬币，不断的翻开硬币的时候，你又会发现今天的父母他们是投入从时间上物质上投入最大的一代父母，而同时翻开硬币的另一方面，你又发现他们是最焦虑的一代父母。美国有一位社会学家做了一个调查，就说今天的父母在时间上比1975年的父母要花4倍。其实在中国的大城市北京上海这种情况我觉得依然也是差不多的一个情况。那为什么我们在这样一个多元化的，我今天的题目就是多元化视角下，我们怎么去构建我们今天父母的这样的一个生态的一个环境。那我想我觉得我的大标题应该是做儿童教育的积极陪伴者。刚才几位都在分别的分享，就是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对这个时代抱有什么样的一个态度。我想积极的养育陪伴者，这是一个我们既接受我们当下我们就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我们的各种的不完美，然后以一种包容的态度去对待。作为媒体，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再去指责今天的年轻人，今天的父母的各种行为。我想任何一代的父母，他们最本质的一个出发就是在自己的当下尽自己的最大的可能所知所能去帮助孩子。所以说我觉得无所谓好与坏，只是我们用一种什么样的视角去引导。那我们做的，比如说我们在我们的杂志上会去采访带着1岁8个月的孩子去登梅里雪山的父母，同时我们在我们的卷首语会告诉父母，其实你们身边就有很多很好的山水资源，或者社区里面就有石头都可以玩的。那这样的话我们让父母看到更多的可能性的同时告诉他们你们身边就有很多资源。比尔盖茨有一句话是说，我们往往过于高估了1到2年的这个时间的变化，而往往低估了5到10年。我想今天的早期教育的从业者或者是教育者，我们应该站在更长远的或者说更未来的角度去看。其实我们的教育忽略了，我们关注了很多的细节，却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其实我们的目标就是培养一个向上的向善的孩子，就是这样的一个孩子。我们围绕这样的一个目标而去，有的时候我们走了很多的弯路，发现其实那不是我们要的。所以在今天的当下，我们觉得我们更多的应该站在未来的角度去看，我们想培养一个什么样的孩子，同时我们要向内去看，就是我们身边的资源实实在在都存在在哪些方面。那我想今天早期教育我们不应该忽略的有3个方面。第一，回归生活，刚才包括陈老师都提到这个问题，生活是一个巨大的一个课堂，我们在这个生活的这个课堂里可能24小时都充满着跟孩子去沟通和被教育或者这样养的一个过程，比如吃饭的时间，比如睡觉的时间，方方面面。可是我们今天把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些时间交给了外面外部，我们太过于向外部去求索，而忘记了我们父母的本身的家庭的各种资源，包括我们父母。我想在座的各位很少在我们上学的过程中学过一门课叫家庭教育，或者说婚姻学，这个门功课实在是太重要了。可是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去学了各种各样的技能，等到我们做父母的时候，进入这样的一个职业的时候，我们发现其实这我们对这方面并不知道。那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做父母是唯一世界上唯一的一种职业，是你永远不可能跳槽的，你只能，你不可能选择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家庭教育显得特别重要。但是我觉得现在当下的家庭教育过度的关注于孩子本身的教育，而对父母自身的成长的关注又显得那么的不够。首先我觉得作为一个父母对生活的热爱这一点上，可能我们每天都带着很多焦虑的情绪去 push 我们的孩子的时候，这传递的本身就是一个，就是本身就是一个需要我们再回过头来再去想，如果一个积极的职业女性每天告诉你的孩子工作很 happy， 而不是带着一种消极的情绪让父母让孩子追求你的期待。另外一方面，其实夫妻关系包括我们跟主父母的沟通关系都是一个很好的资源。其实我们送给了孩子各种各样的教育班，但如果我们营造一个很好的家庭氛围，跟你的丈夫在一起的关系很好，本身就是对孩子最大的一个教育。包括我们跟我们的祖辈，那我昨天在波士顿的儿童图书馆里看到，真的中国的很多家庭都是爷爷奶奶带着孩子去参加他的那个活动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不可能对我们的父母说，真诚地说一下，非常感谢你们在世界上这么多的主父母中，你们愿意为我们花时间花精力去陪伴我们的第三代。那这个本身就是一个特别好的教育资源，是感恩，是孝顺，这是我们中国元素里面，我们这也是本身我们应该去挖掘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资源。那回到最后，我们讲一下基础，就是实际上我们今天在这个多元化的社会里，如何给家庭去构建一个相对有支持性的一个系统。那我想别的不说，就是说父母必读我们是怎么做的。现在的80后90后的家长，他们需要的不是说，他们更需要在碎片化的时代有系统性的支持。那我们现在的养育研究院，我们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规划家庭中的场景，那从不同的学科的整合的角度给家庭提供综合性解决方案。比如说刚才提到的陈老师提到的吃饭问题，那不仅仅简单的是营养学的问题，还有家庭氛围，还有饮食习惯。这样我们让不同学科的专家也好，机构也好，在一起工作，为家庭提供解决方案。同时因为我们是一个媒体，所以呢我们的人群在新媒体的平台上非常多，大概有200-300万。那这样的一个手段，我觉得一定要运用到技术手段去跟我们的家庭做特别多的沟通。那我们又建立了我们的一个云库的这样的一个体系。那我特别想说的是呢，今天胡适先生很多年说过一句话，一个国家的文明我们不需要看特别多的事情，三件事儿。第一，如何对待女人；第二，如何对待孩子；第三，如何打发我们的闲暇时间。其实说，如果说早期儿童教育，我们实际上在构建这个国家的一个幸福指数的事情。那我想今天每年二胎政策以后，每年的出生人口是1700万的话，那这样一个庞大的群体在 GDP 在我们的物质生活得到极大满足以后，这个幸福指数的构建，每年这么庞大的一个人群，如果一个家庭里面孩子的这个幸福指数，如果我们稍稍的消减一些焦虑而增加一些幸福的话，我想我们是在做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那最后呢，我也想用父母必读我们一直在的一个愿景，就是陪伴孩子，陪伴家庭，共同的将一个健康快乐有良好道德感和价值观的孩子带入成人社会。谢谢。
谢谢四位嘉宾的精彩发言。那么我们因为时间原因，我就问两个问题，一个我自己问一个，也代表大家问一个，好吧？然后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四位嘉宾都谈到了家庭家长的重要性在儿童早期教育当中。那么如果我们想要实现这种二代干预，也就是说我们教孩子的同时也要教家长，针对这种家长的层面，我们应该如何从各个嘉宾不同的领域来说，如何将这种干预变得社区化、当地化，然后变得更普及、更全面？您说就好。我觉得这个问题从我们个体的角度来讲，我们可能仅仅只能做到一些示范、实验、引领的作用。如果要真正的去做到普及化的话，我觉得是要政府是要有系统性的、制度性的设计跟推进的。那么我以上海为例，我觉得上海呢这两年做了一件特别好的事儿，叫用微信推送，叫育儿周周看。我把它叫做是一个惠民的措施，也就是说你只要家里有孩子，你只要上这个微信平台，你把你的出生年月输进去，你现在是30个月、50个月，他马上出来，就这个年龄段他的养育的要点，我觉得做得特别好，最关键它是免费的。所以我们很多家长，然后我怎么都不知道，就赶紧上。而且呢，这个平台我也有参与过建设，所以都是集聚了上海目前就是比较好的那个保健专家、养育专家在做这件事儿，我觉得都特别好。只有在这个层面上，我觉得它的普及化，我觉得才有可能实现。OK， 我说一下，就是实际上现在如果你们这边有父母的话，国内的这个父母课堂现在在线上是非常非常多，但是它就是刚才跟陈老师讲，它不系统化，那我们一个是它有好多，实际上还有一些这个是错误的观念在传播，因为现在微信传播是非常非常快，所以我们在培训家长的课程当中也有一些专门老师专门指导，就是怎么样有就 critical thinking 这个，就是说你怎么样判别哪些是错的，然后到什么地方去找到正确的答案，这一块我觉得非常重要，因为现在微信的传播是这个效率是非常非常高。那我们自己另外在做的一件事，就是因为美国的早教协会他们有90年历史，我们现在跟他们在做合作，就是想把他们的一些对行业人员的内容，加上那个对家庭的内容，他们叫 For the Families 这个内容，我们想帮他们每年翻译一些到中国去，然后他们今年可能会在美国的网站，他们现在是百灵果的，有英语和西班牙语，我们今年可能跟他们合作会提供英语的内容，他们将来他们的网站也会提供中文，然后在我们的国内的网站也会提供中文的内容，这样的话我想这个中西合璧是也是非常好的。我就是讲一下，因为中国的那个各个的个性化需求特别的不一样，所以我们现在如果用统一的一个方式去想这个问题，其实是很难的。比如我们今天大家都基于的是大一线城市，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而我们就刚刚做过的一个调查，就是北京市区和门头沟区、门头沟这个区县差异都非常大。所以在这样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特别需要关注的就是需求，当地的需求，有可能。北京的市民他认为已经是理所当然的都很知道的事情，在那个地区他根本就不知道，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我们很难用形式一样的方式，我觉得需要做前期的需求调研到后期的效果评估，这是很重要的。那我觉得到最后吧，我就想说，可不可以每位嘉宾用一句话来说一下儿童早期教育当中您觉得这个教育的目标到底是什么？我觉得把孩子培养成一个幸福的人是最重要的目标。让每个人都说。我非常同意，就是把孩子培养一个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有 civic mind 的人。另外一个，实际上父母跟孩子同时一起成长，终身学习这两块。对，我觉得感觉毛主任抢我台词，因为我没回答上一个问题，我在这块多铺垫几句。就是从我工作的角度上来说，我的一个指导的价值观就是孩子和家长都是同样重要的。我们现在有妖魔化家长，然后天使化孩子的一个倾向 ，OK 吗？所以我觉得，在早教的这个过程中，无论是在早教还是孩子其他年龄段的这个教育的这个过程中，我信奉的一条原则，简而言之就是家长和孩子的共同成长。谢谢大家。
我想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但是做父母的方法有很多。孩子最终的还是要有一个健康的、快乐的，而且有着自己独特的、独特性的一个孩子。未来的孩子可能更需要独特性。嗯。刚才有人跟我说还有时间，那我就再问一点点。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个现象，就是很多父母非常年轻的父母非常忙，所以很多就是小朋友就会留给爷爷奶奶这一代带。所以在这一点上有没有一些办法？因为像老年人他可能也不会去上网啊，也不会去看微信这种。所以针对这种情况，我想问问各位嘉宾有没有一些好的建议啊，或者一些方法。其实老人带孩子本身是有他独特的资源的，我们需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老人可能更不慌张，他可能更平和，所以呢，我们用一种特别的视角去看待老人的时候，因为我们自己做了大量的这样的文章，而且发现在中国的这种背景下，大家对隔代养育是特别关注的，那这个时候其实老人特别需要是尊重和感恩。那对于家长来说，可以用很多的方法，比如说，我们的很多家长，把他们的观点要告诉老人的时候，经常说，我给你带了一本书，看看专家怎么说的，老人就很容易接触，或者在社区里有些活动，主动的去让老人去接触的时候，他们可能会觉得这不是儿女要求我这样的，而是我自己主动学习的。其实让老人本身自己有一种成就感，这是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说两句吧，是这样，对，隔代教育在中国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问题，然后也很多人跑过来找我们说我们处理不好，因为我是北京人，我说一句北京的土话哈，这个叫父母老家之间的关系。而事实上，如果从另一个视角来看待这个问题，也就是从心理学的视角来看待这个问题，有些时候你会发现隔代教育的这种观念的冲突。首先来说，老年人现在越来越开放，我觉得可能更正孙梦讲的一点哈，就是现在老年人都开始用微信，然后是他会跟儿女说，你教我用这个，我爸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老年人不是接受不了新的东西，他们开始接受新的东西，但是为什么隔代教育冲突还会这样的激烈，是因为首先老年人他有些时候退休了之后，他会有一个心理上的一个落差，他觉得啊，我的生活变化的很大，我从一个有工作能力的人然后变成了退回家庭，对吧？我们的社会一直觉得你有工作你才有价值，所以这就是很多家庭主妇的价值不被认可，对吧？这就他对他的自我的价值观自我的价值感的一个冲击。然后孩子出生之后，尤其是在北京的大城市，现在在二三线城市也是这样，他们就特别喜欢寻求说，哎，专家怎么说，书上怎么说，网上怎么说，你那个过时了，请你让位，你在育儿中没有发言权，我才是这个育儿的主体。那这个时候老年人一方面他对隔代的这个情感非常丰沛，另外一个他本来已然很失落的心理，然后你再跟他说你不行了，你过时了，他就会更失落。所以他跟你的冲突很多时候不是要占据育儿的主动权，而是他希望在这个家庭里面他的声音被听到，他的需求被尊重。所以有些时候抛开事情本身，曲线救国，找点事情让老头老太太丰富起来，不要让他总跟你的孩子和你交心，就这么简单。谢谢大家。我补充四个字，我经常跟我的家长们的祖父辈说，帮忙不替代。好，那我们今天那个儿童早期教育论坛就先到这儿，不耽误大家去吃午餐了。感谢各位嘉宾，也感谢我们分论坛主席。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在对面的 Gutman Library 的地下一层为大家提供了丰盛的午餐、自助餐和披萨。那么下午呢，我们还有丰富多彩的活动，下午的论坛活动从1:25开始，所以请大家提早回到会场，因为我们将会1:25准时开始。下午将会有米文娟的主旨演讲，有教育科技与大数据的分论坛，有国际教育圆桌会议和丰富的教育创投大赛，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尽早回来。
So this is the end of our morning session. We'll please feel free to join us in Gutman Library for lunch. And there will also be pizzas served outside Gutman, and pizzas cannot be enjoyed inside Gutman. And also, Pizza 是在那个 Gutman Library 的门外，不可以带进楼里，所以大家可以在门外享用。Our afternoon session will start from 1:25. There will be a keynote speech from Cindy Mi, the founder and CEO of VIPKit, the Education Technology and Big Data panel,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Roundtable, and the exciting pitch competition. So see you in the afternoon.就是他只不过就是在台上正经点，你就好像昨天我 at talk 的时候我也是很震惊吗？不，你是一个装吗？装吗？那倒是，因为你不知道博士啊，见过一下是把你请moderate 一下，我去找那个毛主任。行好，姐也是一个人生起伏的人，这能喝吗？